他没有办法，怎么办？他识别不到哎。Fine。为什么？给我们个信号。我靠，你声音好大，怎样？你在设定什么？按开始游戏会这样子吗？是吗？哦，不是设定那边。设定啊，你是设定什么音讯了、哦、还是什么？嗯。麦克风测试、嗯。请说话。Give us a sign。Give us a sign。给我们个信号。哦、oh, ，Give us a sign。我们听到你的声音了。哦、oh.。放进私人房吗 ？Yep。邀请码 ，copy。copy。你刚刚的，哎呦，贴 Discord。OK。那他拉完点要陪我打罗吗？我好想打罗。打什么？会。我想打 NG， 我觉得再不打 NG 我要变烂。加入私人房。连都没有自信啊。没有自信了，没有你他就不行。对啊，纯平模式。四二亮度哦。哦，对不起，喂喂，我找到我的音效声音为什么听起来那么小？现在声音听起来怎么样？很正常。喂，正常。很菜渣。正常。这样嘞？偏大。这样偏大级。可以。偏大。加入私人房间，这样可以，这样可以，这样可以，可以吧？原来是这里的设定问题，我竟然没有注意到。我进了，你有看到吗？有 ，Pluto。要怎么进啊？是开始游戏吗？没，对，然后你有，它左下角有一个那个加入私人的那个。哦，我进来了。邀请码。对，然后在 DC。OK， 我看一下。一堆对菜鸡都一等。欸、我很怕，我真的很怕。我先说，你还记不记得我那时候？不记得，我不记得，算了。我真的很怕、啊，我那时候叫到把胡子都吵醒了、欸，而且是熟睡虎哎、欸。熟睡虎是三小。你是玩还愿吗？其他人说话，我声音就会变小。真假的、啊？有声音吗？真的吗？其他人讲话，我声音会变小。DC 问题吗？等等，我找一下 DC 设定。绝对不会。要不要把 BGM 关掉？现在 BGM 会让观众不那么怕哟。对耶，那我就去找个可爱的 BGM 就好了。嗯，说的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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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你那要放龟。放龟。那你敢不敢在这边唱啦？就他们唱的那个改编版的？不要，我很搞笑。不是啊，那个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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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准备好了，虽然我不知道那个装备要拿来干嘛的，没有玩过哎、欸，完全。没关系，一起死嘛，就死出来啊。好啊，那就这样啊。千呼万唤死。等等等等等，这游戏会死啊？会啊。会吗 ？What the fuck？ 会啊。英里里好可爱、啊。会死人哦。天啊，好吧，开始吧。没事啦，玩过才知道啊。我也没有详细玩呢、啊，因为那时候我看不懂，就没有仔细看。玩过了，你已经玩过了。我没玩过。偷玩。我一等，我一等。这里有谁是真的不怕的？我啊。我怕啊。我要先选合约。欸、我可以换成那个呢。哎、欸，会换人了。换头像嘞。哎、欸，是哦。好啊。好，我选一个业余难度的。然后腿还黑，这一件物品是温度计，就这个了。我选这个，添加一个温度计怎么样？香菇头李洛克，没有温度计可以用，没有钱可以买温度计，怎么办？准备了。这个是我们要全部尬在一起走路，是不是？完全不知道啊，我只知道他大概在干嘛，但我只知道他先动。我也大概知道干嘛而已啊。我要先吃晕车药吗？我要先吃晕车药吗？现在吃，不然会来不及。你说晕车药吗？吃啦。嗯，不用吃啦，搞不好玩一玩，玩一玩就不玩了。下一下你就不想吃了、啊。好好对啊。下一下我就不玩了。OK。下一下就不玩了。OK。下下下下，好了，按准备。
先开赌牌，先开赌牌， okay. 菜渣会不会被吓到？哎、欸，我觉得你一定被吓到，怎么不会被吓到？应该开赌牌是我们会不会成功吧？哎呦，谁先被吓到？是我先被吓到，还是菜渣先被吓到？因为拉拉赌牌太难了，算了 ，Go Go， 好 Go Go， 耶耶，查看卡车里面的电脑，开始了。你用你的装备来定位鬼魂，并找到证据。我一开始就被吓到，怎么有人？那这。这是谁？这是谁？大概是你吗？哦，你们读好了、哦。哎、欸，我还九十、欸。我还在九十哎。看来 SSD 是有差的哦。神电脑有差的、欸。你知道最近有一个在 SSD 的特价吗？二 TB 的 SSD。哎、欸，怎么蹲啊？二 TB 的 SSD 只卖6000呢、欸。T 吗 ？TB SSD 6000有点贵吧？哪个是蹲？便宜。很贵好不好？哪个是蹲？我蹲不下去。C。C。哦，好好。推测当前鬼魂类型，用十字架指示鬼的猎杀，没错。附近的区域不用。哎、欸，你看，你看，你看，哎、欸，龟龟，龟龟，啊，验证灵验证啊，顶他，顶他，要抬头。我们可以直呼其名而观察到超自然现象，就是叫他名字，叫他名字，所以我们要记好这个他的名字。Patricia White。所以我之前不玩，就是因为我不会念他的名字，所以没有玩。不会吧？哦、oh. ，Patricia White B B S S 卖6000块，超贵，好吗？超贵，好不好？可真的吗？可是为什么我看大家说很便宜？你知道，我跟你讲，前一阵子挖奇亚币的时候，现在退下来一堆毒血，还有90几%的二 T B 人都超便宜的，好吗？哦，所以那都是人家拆掉的电脑。嗯，哎、欸，你买那个二手，但是90几%的，根本就跟没用一样。你用一辈子毒血都不会用超过10%，好吗？走吧。欢迎你们回来了，你是不是想要加入我们的可怕的？哎、欸，推测当前鬼魂，用十、啊，对啊，所以我还是不懂怎么玩哎、欸。什么是？我不知道怎么推测当前鬼魂类型、哦，我要怎么推测？怎么按到内麦的？怎么按内麦的？它总共有多少类型？我要讲一下，就是我们刚刚不是说有温度计那些东西吗？嗯，然后每个鬼的效果是不一样的啊，像今天可能温度计没有对这个鬼没有用，所以就是可以撇除掉温度计，然后就可以慢慢找说它是什么类型去推测它是什么鬼。可他刚刚说推荐要带温度计。嗯，对，我说比如啦，可能我们的这次的鬼需要温度计啊。我把书拿起来了怎么办？我怎么放回去？我怎么拿东西啊？一，对啊，一啊啊！我拿起来，我放不回去呢。我现在手上有本书呢。欸、对啊，我懂很懂。我有相机耶。哎、欸，哦，滚轮吗？完了，滚轮吗？完了，放不回去。那就拿着吧。哎、欸，我拿了什么？哦，我换了 V8、欸。我声音也太大声了吧？哎、欸，为什么这游戏没有音乐、啊？所以我现在就我们是一人拿一。我看到你的内部，好恶。我长一模一样啊，跟那个呢 Gary Small 好像，我可以看到他的牙齿。对啊，我来组成头。啊，出发，怎么出发？怎么出发？那我觉得手电筒要走第一个。等，大家都有手电筒啊。手电筒哎、欸，真的假的？这手电筒怎么拿？我为什么手上一本书？哎、欸，超级留言。那个是，我拿到钥匙了。走。一，左转，冲啊！哎、欸，我手电筒是紫色的。为什么你们都有手电筒？怎么按的？你滚轮滚一下。我没有啊，我只有书。我是那个、欸，哎、欸，我是橡皮、欸、啊，还是肩膀的白痴哦、喔。哎、欸，拿钥匙的开门。谁啊？我开了。好，进去吧。还有什么可以拿？哎、欸，我好害怕哦、喔，手电筒，你给我那个、喔。人这么多，好像没什么，不是太暗了吧？所以你们滚轮没有手电筒哦、喔。没有，我只有 V8。哇！哎、欸，手电筒是谁拿的啦？我。好可怕！怎么有紫色的光啦？对啊，我怎么会紫？因为我拿的紫色是手电筒。要怎么开灯？应该不能开灯吧？这门要怎么开？怎么开门？撞他！撞他！找他进来啊！我们上次靠呀！哎，我先说，不要怪我，我只能做这种。低级的消费来掩盖我的紧张跟害怕。哎、欸，你们先来。啊？我不要丢下我。等一下，为什么你会没有啊？我也没有哎、欸，我也没有。变了，变了，哇哇哇！赞了、啊，赞了、啊。谁这么厉害？菜渣，我开的。
赞啦！好哎、欸，你好棒！哎、欸，要走那么快，不如慢慢来，慢慢来啊！是我都开灯了，还怕？哪颗键是发话键啊？他不是要给我个信号什么的，叫他名字。这个是可以灯，哎、欸，有开了，开了。Patrick White， 看个 Patricia White， 他们内麦啊？应该要有啊。Patricia White 是什么？喂 ？B 吗？喂？喂喂？Patricia White， B 吗？对，按 B， 给我个脏水。啊，我讲话你们听得到吗？听得到。耶、yeah。有没有问题？可以打开吗？派翠西亚怀特。可是他说念中文会感应。派翠西亚怀特。哎、欸，各位，这里有一个玩偶。哎、欸，那个好像要带回去。哎、欸，我的地震也有感应。我的地震也有反应。哎呀，你们在哪里啦？我找到一个玩偶，那个玩偶好像可以带回去哦，带回车上。你看，我刚刚捡起来。哎、欸，我刚刚去哪里啊？这里。好暗哦，我好害怕哦。不会怕啊。啊 okay， 我要找那个地震。太暗了。怎么把物件放下？哎呦！哎、欸，跟靠没靠没？怎么灯又不？有人拿着玩偶。哎、欸，你们没事，手上不要拿东西了，我他妈傻小，很可怕、欸，一坨。拉拉，你怎么开门的啊？按它，就左键按它，然后推出去啊。要拿阿健的头去撞啊！左键按它推。按。这是锁住的吧？这是要钥匙吧？啊，拉拉怎么进去的？啊，他进去了。啊，不然他从哪边拿完我的？这个应该是锁住啦。你在这吗？我是这里，我是这里，哎、欸。哦，用拉的哦。你们讲话很可怕哎、欸。哦，用拉的啦，不是推的啦，白痴哦、喔。走进去。OK。有什么东西？那你们呢？你们去哪里了？我们下楼了啊。接我好不好？我们下楼了。你是你有孤独的恐惧哦、喔欸。有灯。你中了孤独的恐惧哦、喔。好可怕啊！你们有多一点灯啊？怎么只有这一把而已？为什么我没有拿手电筒？可是 Q 给你啊，好想要给你哦、喔。开门！哎、欸，这个墙上有那个呢，罗赖吧，这可以干嘛？点。OK， 探险小队。探险火宝、哦。这里垃圾桶哎、欸。哎、欸，你在草原？哦，对，那个你刚刚不是手上有一本书吗？看我可以把它丢在地上还是怎样的？我要怎么把它丢在地上？有观众知道吗？我看到你拿书了，你的动作好智障。你知道这是什么吗？哦 ，G 我丢掉，我丢掉了，我不要拿，我什么都不要拿，我什么都不要拿。你那个手电筒给你，刚谁会怕？给你。我全丢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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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什么能丢的我都丢了。哎、欸，手电筒啊，捡、欸、手电筒。这边、啊、这边有手电筒，是你那边地上，我脚下，我脚下，我脚下，对对对，按一，按一，一，好哎、欸，我手电筒了，耶、yeah, ，OK， 耶、yeah ，你可以拿那本书，啊，怎么拿着那本书？哎、啊，我知道怎么用了，你应该放上面一点吧？你拿着书，再拿着玩偶，然后你说那个三 K 喽，它就会放电，白痴哦，三傻，哎，这什么、欸、手机哦？这是什么？我身上满了。哎呦，有声音！没有，我刚刚按了对讲机。哎、欸，等一下，靠背，我怎么觉得拿手机筒我还是很害怕、啊？我去楼上喽。你要去楼上？哎、欸，等一下，抱歉，抱歉，我好奇。等等，我要离开了，他们要走了。没有啦，就只有我啦。我去找那个位置而已。啊，这是谁？这是我前面这人是谁？我就跟在你后面，你上。好、哦，你先上。我先上，不要那手电筒给你，我不要了。什么东西？算了，卡屁哦。靠腰哦，你懂个屁哦！超暗的，妈的。开灯啊！人类的伟大发明哎、欸哦。好强哦！哎、欸，我觉得这个游戏我们只要疯狂开灯就会赢。哎、欸，不是啊，你那个鬼突然你开灯它不出来，欸、这只是鸟鸟哎、欸。好了啦，睡觉啦。睡觉就结束了。我刚刚玩偶都在这个床上面捡的。啊，这会不会没电啊？手电筒。啊，这柜子可以打开算了，我还是不要乱开这种东西啊。哇，等一下他们。对啊，你是说他们有 jump scare？ 有。干，
可是就是要那个理智非常非常低，他们才会出来抓人。太早，你说没有 jump scare。可是真的还好啊，真的还好啦。因为还要拍下说那个、欸、抓那个玩家看到鬼的现场。哦，我现在才看到维廷密我的东西。他说什么？有柜子要躲柜子，一进去要先找鬼房，用温度计去找，温度低于13度就是那一间。按 B 按 B 可以通过灵盒跟鬼说话。V 啊、哦，灵盒。Hello， 我不要跟他说六爹吧。我不会被你们的那边吓到了。哎、欸，为什么我唯一没声音？你们听不到自己声音啊？嗯。哦，所以你们听到？听得到。V 是每个人都有 V 是不是？这要看鬼在哪一个房间。哦，他有三萤幕哎，这个人很宅哦。我们有带温度计吗？没有温度计啊，我有那个啦，共振仪而已嘛，还叫什么？哎、欸，这灯可以开吧？那紫色的灯有什么用？完了，那我们不知道。这边是谁啦？谁啦？不是我。鬼关的吗？我不知道哎、欸。哎、欸，开不了灯了啦，我坏掉了。开不了灯了，完了。我死了，我死了，救命！王星亮亮了，再见，走开。你这死了吗？我不玩了，我不玩了。快离开！我很难拿手电筒，我很怕我等下转头照一下我，你有什么都看不到。哎，我好像找到鬼了。在哪里？在我这一间，可是我不知道你在哪一间呢、欸。我们在那个主卧室。我已经迷路了。救人啊！我刚在厕所。嗨嗨、哦，这个紫色手电筒，对，刚在这里，可是走了，不见了。哦，那他可以先出去吗？害怕？好啊，我也好害怕。走啊，左转。在哪里？我不要他手电筒，我好怕 jump scare， 我觉得手电筒会是头号受害者哎、欸。我也好害怕啊，我们可以出去了吗？我宁愿就这样子躲在黑暗里。哎、欸，你们怎么开门出去的？嗯，走出来的、啊。救命！我来救你了。你是这个拿着这个什么的？你拿手上拿着什么？啊 ，Shift 可以跑步 ，Shift 可以跑步。好哎、欸，那我可以 DH 吗？我可以 DH 吗？总活动、欸，我们活动强度这是什么？谁的活动强度？他们还是我们？活动强度就是，哎、欸，我们的理智都快不行了。还好吧？理智很高哎、欸。我们刚刚是100%，现在只剩60啊。对啊。我有70几哎、欸，你看我是最有理智的。我是最高的，我理智最清醒。你看，哎、欸，什么叫做可选任务？十字架有十字架吗？就是、就是你这些是就是额外加分的任务。哦，像那个待久了理智会降低。嗯、对。So ga， 我跟你讲，你看，你们看看我的理智如此的高，我是理智最高的。因为你拿手电筒，欸、你不会在黑暗里面。看到鬼了，那谁在外面走？那谁？不是人啦！干嘛啦？太惹你生气！吓我！太过分了，那个人！我？救人呐、啊！你说我过分？怎么你们又出去了？那我在里面等你们。好，那我在里面等你们。哎、欸，不行！那手电筒还我！好，还你。那手电筒还我！我的视线已经开始模糊了，我丢地上。你确定？你有看到吗？你根本没丢啊！哇，怎么？狙啊！哦、有限时间吗？这游戏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失败？我就不知道、欸、死掉吧。嗯，我刚刚还丢一本书啊。我在门口等他们吗？嗯，你要进去啊？那没有声音了、欸，全队死掉就失败了。哎、欸，我什么都看不到，我在哪里？哎、欸，刚刚砸了一下呢。砸？你好可怕。不知道那个灯有闪一下，是不是？我再按一次。嗯，哎、嗯欸，有人说可以负责换鬼的活动很好，我们就负责当那个后勤小队。没错，有吗？后勤，我们也是很认真在工作的。哎、欸，有声音，鬼的活动量超高，有声音，听到他在唱歌。我应该会被抓走哦，我可能会死哦。欸、班先的理智突然暴毙，帮你看的。我在我这附近，我要被抓走了吗？我想看，这里，在我这，在我脚边。繁星快尿了，繁星快尿了。我没有尿啊。喂，五郎爹吧，给我个信号。可是我要让你自己待在里面了。Everybody， 阿彩他怎么不见了？
我在录，我在帮他们录影。Hello， 不见了哎、欸。Everybody go go 看妹妹，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反正理智课到三十，我要怎么检查录影？我是不是要死了？反正理智课到三十，反正理智课到三十。好期待哦！我要怎么检查录？要怎么检查录影？哎，谁把门关起来？北西，怎么检查录影？怎么检查录影？我不知道。哎哎，传言证件，传言成员见证了一个灵异事件。我吧？是我吗？我不知道。哎，谁把门关起来了？先回答我。我跟蔡拉在车子。哎，我听到声音。哎，拉拉，你可以帮我开门吗？我开不了门。那可能不是人关的哟。这边。我看。听到吗？哎呦呦呦！心跳声超高，心跳声，我是要死啊！在隔壁吗？黄路超高嘞。黄路强度真的超高的，突然爆，哎，又没了，瞬间没了，黄路强度没了。因为刚刚是，哎，他在关门呢。他在关门呢。哎呦，吓死我，白痴哦！啊，回来！哎，你们最好过来哎。怎么，我们最好过来？我待在车子里面，感觉很安全。没有手电筒，我不敢。鬼要杀人，手电筒会闪，真的假的？繁星要吐了，繁星已经只剩30%了。他去哪里了？要怎么恢复？我在外面啦。哦。你们看，你们回来看，你看繁星，哎，你看37%了。37%，你还好吗？我还 OK 啊，可是我的脚是快不行了、啊。我本人快失去理智了，怎么办？哎、欸，去哪边找那个啊？也、欸、应该理智最高的去应付一下嘞。可是我本人的理智一直不行。我们要怎么去写笔记本啊？笔记不是有人被丢在外面吗？不是，那个我们要选那个我们遇到的是什么鬼，然后慢慢筛选起来。哦，在哪里啊？平均值到20以下就会猎杀，要按 J。J。J。哦，好像可以架摄影机哦。对，可是我们只有那个啊，就一台吧 ，V8 吗？对 ，V8 在我手上。J。我们魂魄。可是只有四级耶。点阵投影仪没有，没有证据，没有证据。哪里按？你说按 J 可以哦，按 J， 然后就是开始去找我们刚刚讲的嘛，像我刚刚说那个共振仪有到四级，共振仪有到四级 ，FM 不 EMF 那个吧，可是它是要五级 啊，可是我是四级，所以我再进去。J 什么 J？ 按 J 吗？按对啊，按 J 就是开始在本子上面了。补充限值 V 补充限值 V 还是 B？他写 V， 可是 V 不是语音吗？互相讲话可以补充限值吗？哦，是吗？来唱歌咯、嗯、有吗？没有，哎、欸，有哎、欸，平均值算，哎、欸，有没有嘞、欸？有吗？我知道我们遇到是什么鬼了。你又知道了？我会看那个书上的介绍。嗯，到底还有哪些案件可以、啊？应该是那个哦，招灵哦，招灵。它可以通过操纵周围的物体来散播恐惧啊，它就又称为吵闹鬼啊。反正不是说它刚刚一直发出噪音，震哦，一直往左边。可是通灵盒跟指纹我完全没找到啊，你要想一下呢。刚刚那个共振仪啊，所以我们都要找证据。对。Patrick Light， 理智有上。没有啦，鬼不会在车上啦。Patricia White， 鬼不会在车上。你们说按 B 是干嘛的？讲话啊。去说 B 才是讲话吗 ？V 才是讲话。哎、欸、哎，车怎么走了？车怎么走了？哎、欸、哎、欸，为什么？什么？鬼把车开走是不是？不要骗我。没有，又打开了。完了，我们死定了。我刚刚不小心按到那个。哦，就是你在那边闹吗？车上监视器给看了，我还以为哎、欸，你的那个 V8 给我，我用我最后的波纹。哎、欸，我要怎么录影啊？你 V8 打的 V 什么 V？ 太渣。V8 我刚丢在地上了，我看一下、喔，丢在那个现在应该在谁的身上吧？这应该只是抓拍下鬼的样子而已，不是那个的呢。哎、欸，我们任务是结束了。自动录影电脑可以按画面。
圣木，我们没有圣木啊。我们没有啊，我们一开始什么都没有啊。穷鬼呢？穷鬼来抓鬼。组鬼，组织鬼猎杀。抓鬼。我五年了。玩完这个，我要看连续看三集《出租女友》，安抚我受伤的心灵。键盘开夜视，怎么开？滑鼠切换视角。哦，哎、欸，我是不是要死了？这谁的视角？这是什么？你死了？我是不是快死了？了因为有人关我们了。欸、没有那个鬼活动度超高，超高。哎、欸，我被锁起来了、欸。好了，各位，欸、快点。怎么办？那我被累杀了。进去找他。我想看那个鬼刷我的样子。嗨。那个活动强度超高哎、欸。Everybody, go go 看妹妹。你要不要跟他？我看你的画面。你跟他讲话，你跟他讲话是干？我在讲话了啊。你在哪里？进去。哎、欸，这边是车库哎、欸。可是我内麦没有听到你。不，你们怎么走了？没有，这个内麦是我原地讲话，而、啊、不是用无线电讲话。无线电是按哪一个 ？VR 哎、欸，没有无线电、啊，怎么你们就只有你一个？哦，你喂，哦，是吗？喂，啊，所以无线电跟鬼讲声、欸、音、欸、声音，我哎、欸，快点抓我，这边好像在厨房这边，不是啊，无线电是哪一个？这里，在我这，嗨，就我这里了。无线电是 B， 拉拉看我，拉拉，无线电是 B 还是 V？ V 我不知道。没有无线电啊！哦，拉拉，你要不要拿这个啊？那是什么？你要拿这个拍我？好，我要怎么拍啊？哎、欸，繁星的捡起来，只剩十几趴了，太可怕了！你要被猎杀了吗？来，那你拍我，拍我最后的一眼。那你走出来一点，我这边太暗了，我不敢进去了，好可怕、啊。不是啊，又哎、欸，又被关起来了。哎、欸，他很皮耶、欸，我把门关起来了。他好像玩家死掉会扣钱吧？哎、欸，好清楚哦！用摄影机好棒哦，不用灯了。对啊，我打不开门了，快逃！现在是猎杀。我会看着你死的，放心吧。好啊，我回车上吗？怎么有人过来？你死！靠！太渣吧，又不是。哎、欸，可是你也出不去了哎、欸。会没电吗？嗯、我不知道哎、欸，他一直在录呢。不要离开我！你去哪里了？我回去看那个门有没有打开。好不好，在室外会被猎杀吗？不会啊。在车上，在室外就没事啊。嗯。哎、欸，你们不过来看他死掉吗？我想看他死掉。可是不见了。我想在车上。哎、欸，还是手电筒先给你好了，不然你要死掉，怕不见。太棒了吧！哎、欸，我们要回去车上看繁星的李智郎。他反应怎么了？感觉少人他才会出现呢、欸，只有我们两个的时候。哦，好烦哦！我要把我冷气关掉了，好冷哦，怎么那么冷？好可怕！厕所没有啊！靠腰，我要回去车上待着，我再不要再进这些房子。我也没找到。没吓到？为什么会吓到？我要拿东西吃，我要去找东西吃，我很害怕。哎、欸，他不来抓我、欸！我就知道，繁星的李智宇这边个位数，他烂掉了。你才烂掉了！那我来帮他拍照，我在录了，等他被杀。他不来啊！他剩一趴了，他没了。要只有一个人，我会录起来。只有一个人哦。哎、欸，那你先理。专业的聊天是谁吓我，我就直接把你 ban 了。我是专业的。他说只有一个人哎、欸，那。我离你很远。好，那这样应该可以吧？我这样这个是安全距离。好像看到圣光一样哎。可以看到你死掉也不会。哎、欸，繁星灵了，OK OK。啊，繁星还活着吗？我还活着啊。哎、欸，他又变成一趴了。好、哦，快一点！有没有在讲话啊？我在讲话啊。天啊！我的天啊！我还保持我的清醒。哎、欸，他不见了。我比较想要保持我本人的清醒。哎、欸，有人关门了，是你吗？不是我啊，这边就只有这边没有人会关门啊。我连水都拿不动了，可是我听到关门的声音、啊，就是鬼在关啊！天啊，这个哎、欸、有了、欸、来了，我录起来了。你有录到吗？你有录到吗？我在录你。好，我一直在闪。天啊，好可怕！哎、欸，我听到声音了。哦不，我死掉了。为什么是你死掉了？为什么是你？就这样啊。
欸，我录起来了，他死掉了 ，OK。就这样而已啊，就其实不会恐怖啊。算 jump scare 啊，就这样而已啊。哎、欸，你的脖子还歪掉呢。哎、欸，繁星的理智归你了，可是没死，可是菜渣的理智变问号了，这代表他哥。他死掉了、啊。对，我死掉了。365度。好了，我可以出去了。拉拉的理智也剩3%了，哎、欸，我还有50%，嘿嘿。哎、欸，出来救我们啦，我们出不去啦。哎、欸，可是我没有灯呢。你只在门口而已。我怎么要看鬼在哪里？还是我也看不到了？哎、欸，可以开了。你应该看得到鬼吧？我看得到。我在门口，有人。哎，谁关门啊？等一下，鬼又关门了。闪的时候是鬼。哎、欸，他妈的，我自己一个人在里面。谁在？哎、欸，这是谁在门口啊？等一下，我鬼现在关门了，我开不了门。我要死掉了，我听到他在叫。但我没看到鬼、欸。你会听到他在叫？他叫声可怕吗？你刚讲话嘞？你有看到咒？你有看过咒怨吗？靠边，谁讲话？咒怨的那个啊。哦，是你啊，阿哥那个。我没看过，阿飘，好，闭嘴，小岛。现在这个视角。哎、欸，出来。OK， 怎么出来 ？OK。哦，我快死掉了。啊。哎、欸，我们来猜他是哪个类型？那就猜了啊。哎、欸，我听到狗在叫，好，我把耳机拿掉了，请打字勾。狗在叫，狗在叫，鬼在叫。哎、欸，我们死掉一个人。重兵也想吓我哈？我们就你们看到我吗？看不到啊。哦，我在你们旁边。特征。暗影是附近有多个人不会进入猎杀模式，可是刚刚拉拉不是在菜渣旁边。我没有看着他就死掉，我看着你、啊。如果我们猜错会怎么样？啊？我们猜错会怎么样？没有钱拿、啊，我们就是要来一直抓鬼赚钱，抓鬼赚钱，我们就有更多的手电筒，更多的工具可以来找鬼。哦。干，我们什么时候能够来个妈祖加持？进去，我自己嘴直接把他杀爆之类的。我自己进去看得到鬼吗？可以吧？哦，你去看看啊。你们说要怎么拿起那个书啊 ？J， 好了，我跟你讲，一定是那个招领。可是他没丢东西呢。他说丢大量的物体呢，没看到啊。还是他是女妖？他说女妖的特征是一次只攻击一个人呢。跟踪一个目标啊！我知道了，我们遇到的是那个你什么都知道，烤鸭哦，每个都是哎、欸。因为他说他的特征是在黑暗中更有可能攻击你啊！啊，他刚刚不就把我们灯都关掉了，代表他不喜欢亮亮的。他说开灯会降低他攻击欲望。可是刚刚手电筒拿的都不是我拿的哎、欸，我刚拿手电筒的。对啊，刚拿手电筒的死掉，不是我、欸。我不知道啊，反正我开一包乖乖来，不行，这乖乖来正气。我现在直接拿一包乖乖放在我的旁边，就猜啊。感觉是头几只吧，他一开始不会给我们那么难的吧？怎么样？所以猜到就会有钱拿、啊？我会有吗？我死掉了还会有吗？死人不是会扣一些钱吗？啊，我已经零元了、欸。还是有基本物资啊！证据，我有把你们尸体拍得很清楚，365度。1、2、3元。1、2、3元。怎么样？我还在看有什么怪。骚灵吗？他很吵哎、欸。啊，然后按哪一个？就是在后面最后选择，就选什么通灵盒、指纹、鬼魂笔记，哎呀，后面相片有很多相片呢、欸，哪里可以点？哪里有相片？哪里？你们那个笔记本一直往后翻会有相片、啊？哦，对啊，就是我们这一次做的啊。哦，这个意思。证据一无证据那些对不对？你看我们现在完成的任务四嘛，队员之一见证的灵异事件就是刚刚发生的，所以我们这个可以额外再加一些钱。哪里？额外是哪里？在车上，车上这个灰色任务室不是灰掉了吗？哦，对啊，这就是。那我们的证据是什么？没有证据。我再念一次哦。骚灵的话就是通灵盒、指纹、鬼魂笔记。哦，所以我们那个证据是我们要进去房子里面找这些东西，然后把它拿起来就对了。没有，就是通灵盒的话，就是我们
比如说刚刚我不是有一个手上会哔哔哔一直叫东西吗？嗯，那就是共振仪还是叫什么仪的？就是那个 EMF 那个。可是刚刚就侦测拿来侦测它是吗？就是对啊，如果它到五级的话，就确定是这个五级。可是刚刚一直卡在四级，所以可以排除这个。那刚刚不是说你有个笔记本吗？哦、这样子玩的，懂了。对对对，你有个笔记本，那笔记本你要丢在地上，嗯、然后过一阵子回来，它可能会在笔记本上面写字什么的，那就叫鬼魂笔记。哪里啊？在还在里面呢、啊。那你回去捡啦、啊，我在车上，我在车上看着你，我帮你看着。可是现在我们理智都是零哎、欸，就只有你最高哎、欸。不行啦，我的本身理智已经是零了啦。屁，下次哦。本身根本不要，不行。我本身理智是零，没有人可以让我离开这台车子。所以我们这样子只能就排除那个五级的啊。所以就只能直接选一个，然后对，就对啊，试试看那个骚灵吧，通灵盒、指纹跟鬼魂笔记。通灵盒、指纹。可是骚灵不会丢东西啊。骚灵会丢东西，他有丢东西吗？没有丢啊，没有。按要按哪里？按确定。然后就要开车了。你选好了吗？我选好了。好，那我开车咯。我们的笔记。你选什么？我选骚灵。好，相信我们选择是对的，我们赢了。反正再怎么样，活着比死。直接打进游戏中，这个好可怕。哦，你是被这个吓到？相片无缘是梦魇，我就说是梦魇。你看，我就說你每个都说你每兵、你一个讲骚灵的哎、欸，没有没有，我最后不是说是梦魇吗？因为他就是关灯啊。死掉没有扣钱哦，还是有哎。你们有多少钱？我就十块钱。我二十块。我就说，我待在车上，我可以保持我的理智。你多少钱？合理的推理分析。你多少钱？我。进房子我就没了。你多少钱？我就十块。最后报酬啊！啊，为什么不能买？我有二十哎。你有二十？你还有二十？我有二十啊。地图面积小。为什么我有二十？我有相片十，目标四十。我三十块呢。哇！哇，那再来，我不信，再来。再来。我要买那个圣木吗？你现在有钱吗？三十块啊！等一下我们要玩这个玩多久？三十块刚好可以买一个十字架呢。那我买个手电筒。我们不去玩一点不错玩？买手电筒还是买十字架？打火机。为什么要在这种时间？你玩还愿哦？你是不是男人啦？看鬼片我都不敢看，我都说要看白天看。你算什么男人？那我买十字架喽。我不是男人，你要打鬼哦！我是 boy， 那个是物力防御啊。算了，我不买，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我也觉得这样就好了。是吗？那我买个手电筒啊，每个都有。救人啊！没事没事。救人啊！买了手电筒。好，准备。你小屁哦！等，我们要不要先定个时间？我的理智归零。我想，就想。好，你说的哦。如果我们要玩到猜对为止，好不好？起码要赢一把啦。你刚刚赌盘有成功吗？他没有开吧？哦。他死掉都没被杀掉哎。因为每个鬼的都不一样啊。我一定要开外挂，我要去看角卷的台，他现在在开台。哇，大妹救过注意，他会拯救我。哇，大妹。哇，如果那有戏。子翼，鬼鬼，哪有呢？有个子翼，我电脑存钱，等人买荧光吧。荧光强光的比较有用哦。好，我欧姆，好哥哥，哇，他们好可爱。不会啦，为什么这游戏会一直闪？我进来了。好快哦，8%。靠背，我被瓦他妹的那个麦克下雨吓到。干不对，这是游戏里面下雨干。要等所有人哦。我找好我的位置了，90%，我要换电脑了。我的位置就是这边了，我确定了。不可以。温度计，我没有温度计吗？没有。还是没有温度计。我们穷。我是角落生物。我进来了。干嘛？我是角落生物啊！我是角落生物啊！有什么可以带？
好歹要玩一下呢。我手电筒，手电筒，有一个是拉拉的哦。拉快抢！对，拿了。好，那我随便拿什么？这个是什么？眼镜盒哦。哎呦，相机耶！这是什么？这一盒是什么啦？什么银？哪一盒啦？这什么？你用手上拿这个？右键按开。你那个不是那个吗？对讲的。对讲机。他们说温度计必备。啊，没钱买没办法。姑姑。好，走吧。哥哥。啊！肚子好饿，不能去马路上。哎，谁拍照？不是啦，哎、欸，对，要多拍照哎、欸，这样才有钱呢、欸。对呀、啊，我这个东西要拿来干嘛？有声音。等一下，等一下，哎、欸，你们等一下好不好？我觉得冷冷的，我关冷气。等一下哦，我想把这个先丢地上。我准备好拍照了，找到奇怪的东西。我上次通灵盒不用按按键就可以直接找到了，这个红包、嗯、打开了。那你刚刚说拍谁啦？拍谁啦？拍谁啦？酷哦！这灯可不可以开啦？这白色灯是来闹的，是不是？这个墙上灯怎么不能开啊、欸？对啊，玩游戏。手上这个是什么啊？哎、欸，谁把东西丢掉了？这什么？这个衣柜很破，这个衣柜很破。哎、欸，等一下，等一下，你们等，等一下，哎、欸，谁要我打落靠腰？我吓到了。不是，等一下，等一下，听我说，救人。哎、欸，等一下，刚地上有第二个东西，有人捡到了、啊。有，我捡到了，就是我就是想问我捡到这是什么？有个你不要捡，你不要捡那个丢地上，丢地上给。为什么？那个遥控器是不是这个吗？是这个吗？那共振仪啊，我是想说丢地上就可以不用按呢、啊。如果有经过看到很多颜色，那就是。什么意思？他这个反正地上东西不要捡啊，地上东西不要捡啊，鬼月不要捡东西啊。哎、欸，有书呢。那个也是我丢的啦，我丢给他捡的啦。我要给他写笔记的，好吗？不要乱捡、哦，地上东西不要捡，很危险。笔记本，好。进去吧，我们。去哪里？我不是手电筒，哎、欸，手电筒，你别走那么快，给我的脏水，有没有脏水啊？我看一下有没有奇怪的东西。哎、欸，手电筒回来，我又变黑黑的了。不，哎、欸，好哎、欸，亮亮的，好。我坐在客厅啦。反正刚说什么水啊？这有个杯子、欸。啊，你共振仪嘞？你那个红橙黄绿蓝电池嘞？我没有捡啊。哎、欸，为什么被我捡走了？啊，你刚不是说你手上拿着？他为什么狂发亮啊？狂发亮，那就注意鬼在你附近啊。靠不了啊！没有人在我附近啊！鬼在我啊！为什么狂发亮？我不要捡了，我要把它丢掉，怎么丢掉？怎么丢掉？怎么丢啦！你怎么一直乱捡东西啦？我没有乱捡东西啊，他就自己跑出来了。有地下室哎、欸！还有杯子，我把杯子丢掉。有人出去了。紫外线可以照穿墙壁。前面那个拿手电筒的是谁？哎、欸，有车库哎、欸，要过去吗？好哎、欸，你好棒。地下室，欸、我不去地下室。有车库。哎、欸，这个餐厅灯可不可以打开啊？在里面。车库。等一下，有人不开餐厅灯，你们先开灯。开了。哎、欸，所以观众这个是什么啊？厨房的灯打不开，这里救我。这个是什么东西？谁关的？谁关灯？哎、欸，你在哪里？你在哪？我在门口，我很害怕，我跑回门口了，我很害怕。指纹在哪里看啊？哦，指纹就是用紫色的手电筒，是不是？哦。哦、oh, oh, ，那不在我那边。哎，我有。大家到哪去了？看一下。你好可怕。嗨。嗨。哎，为什么你的那个红红的那个一直亮啊？那是干嘛的？想听说可以跟鬼对话。哦、这样子哦。快点。那快点被鬼杀，让我就可以拍照。我决定了，我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决定。为大家负起这个团队的责任。哎、欸，有地下室的，有人要下去吗？好，要还是要用温度计比较好找的样子。听他们讲。为了你各位的人身安全，我因为温度计可以知道鬼在你附近啊。哎，鬼活动度是十呢？负四十，那就是是十，活动强度是十，多少啦？十啊 ，ten 啊 ，ten 不是满的吗？就是满的意思，
对，可是又没了。刚刚是不是有人经过鬼了？拉拉的理智是最低的呢。啊，好可怕！车子很不错、啊。嗯？好温馨、哦。我感觉在厕所呢，水一直在。没有，这水是我、欸、这我放的，这水我放的。这里有一间哦，婴儿房吧？有地下室呢。地下室。嗨。你去哪里啊？地下室。哎、欸，水关灯了、哦。好了，没有，灯打不开。没有，那个鬼关灯了，鬼关灯了。有人关灯了。鬼关了，我们灯用光了。哇。哇。欸、可是他现在强度只有一而已。哎、欸，可是我们还没看地下室呢。走啊，你带路啊，在哪？我忘记了，有人关门。这里。我也受不了了。这里啊、那你要跟我一起来当车子小队吗？有，我来回来当车小队了。太棒了！你看，这游戏就是这样玩的。我们需要分配团队的工作嘛？两个人探险，两个人负责维持我们这个后台。哎、欸，在车上的只要一个人、欸。我突然又鼓起勇气了。好，那你去吧，我没有勇气。再见。没有指纹。声音。为什么这个东西被丢了？水枪瓜牛子。那、啊、你们有办法去那个吗？嗯、地下室开灯，地下室没灯了、啊，没灯了。哎、欸、哎、欸，它的活动强度疯狂上升，上升吗？哎、欸，找一下、喔，这个连续跳空涨停、欸，这个速度不输给高端哦、喔，涨、啊、超快的。我看一下，哎呦，嗯，指纹会长怎样、欸？好奇怪啊、喔！突然掉下来了，哎、欸，突然掉下来了，你看。他刚爆爬一波又没了，不知道就是没有在动了吧？到底在哪里啊？你们上来了、啊？他们说可以去地下室开电箱、欸，哎、欸、靠北干你哦，白痴哦，干我的那个哦，我被我的那个桌布引擎换桌布吓到了，妈的！我要怎么知道他有没有写笔记了、啊？观众，去你的 wallpaper 引擎！照指纹会绿绿的。地下室了吗？我忘记带哪里了。哦，哎、欸，他们说开太多灯容易跳电呐、啊，以后不要开那么多灯了、啊。地下室这边。走、哦。要怎么知道他有没有写字啊？哎、啊，鼓起勇气哈。加油！你看、哎、我的理智值永远是最高的那一个，我就是团队的脑袋。哎、欸，这不是啊。没有啊。这是平板吧？没有。我刚的笔记本嘞。你们，我发现你们去地下室，我在那个车上面是看不到的、欸，地图上你们会直接不见。有在这里，在这里，在这里。滑鼠切换相机，看不到这个冰箱呢、欸。有电声吗？对、啊，有电箱吗？我看不到。紫色的是繁星，繁星是一个人在走、欸，哎，我看你回一楼了。爸、啊，怎么了？我不是你啊。还是上去？没关系。你怎么刺激我都没有用的。胆小的人才会活到最后。还是在车库啊？嗯、车库刚刚经过的。哎、欸，你们地图上有一个绿绿的那个电箱，你们要去修修看电啊。對蓝色是谁？菜刀，蓝色回去，蓝色倒退路，回去。对，然后你不是那边，再往后，然后转弯，不要进地下室，转弯，不是那边，绿色错了。对，然后转弯，进去。这边。对，绿色进去。这边。对对对，在那边有个电源箱，往错了，回来。错了，别。你不是在讲我吧？对对对，这边那个是电源箱，对，就那个是电源箱，你有办法弄它吗 ？OK。啊，有灯了吗？哦，有了哎、欸，你可以进来了，乖乖可以进来了。耶、yeah, ，我好强！不行，你们需要我待在这边，你看。好，不要手刚穿过去，不要一直开灯就对了。哎、欸，五级，是哟。哎、欸，我什么是五级？快到，快点死，你们快死！你看这个五级，看地上，你们看这个五级？我也好想看哦，可是什么是五级？哎、欸、哎、欸，活动强度爆表了！嗨，活动强度爆表了！对啊，我在这边拍着你们，直到你们死去。就是这间了，现在鬼的房间吗？哎、欸，拉拉，你陪我来一下，我要捡一下那个地上的书。没有了，好，他归零了，活动强度归零了，他溜了，为什么？
你们做了什么？他哦，这里这里这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下，是不是因为我拍照了？哎、欸，我的其他的任务是什么？我的书嘞？对啊，要跟他讲话啊，来不及了。哎、欸，拉拉回来回来，不是这本不是这本，你照一下地上看一下。笔记本是不是？对对对对对。啊、这边谁突然跑回来，吓死我了！啊，走走走，我们再过去。好，我录起来。我们的第二个任务是平均理智只要低于25%。鬼鬼过来。哦。那就这个。Jackson、这个我们需要这个。等一下再回来看一下有没有写字、哦。拿道具架在房间。对、欸，好了，我去。为了解任务。你会被维廷看不起哦。哎、欸，因为你不完成，你就一直要玩这个呢。被维廷看不起有什么大不了的？现在聊天是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人看不起我，我还担心这件事情吗？我才不管呢、欸。有人关门。嗨嗨嗨嗨。嗯。我好像听到声音哎。嗨嗨嗨嗨！我们没有一个，你们需要一个聪明有理智的人在车上看那个。不用啊。你看，贝里欧说龟龟永远是我的英雄。你看他懂，他明白。从现在开始，谁跟贝里欧过不去，就是跟我过不去。嗨，从现在开始。有吗？贝里欧就是我妈。哦，有指纹，找到指纹了。你们看这边有指纹吗？哪里哪里？啊、哦，有哎、欸。绿绿的，好好好，有指纹跟五级，耶、yeah, ！我找到两个了、哦。我们回去可以推测了，是吗？没有，还差一个啊，还在一个才会比较准，百分之百。哦，找一下，不然就只能用猜的是吗？对啊。嗯嗯。五级指纹。哦，原来是这样玩的，然后懂了懂了。对啊。哇，我好猛哦！要拍照。他们说你要叫鬼的名字，他才会理你。他叫什么鬼啊？看一下。那个吧忘了，回去看。Susan， 什么鬼啊 ？Susan， 然后杰克 S O N， Susan Jackson。哦，哇，有声音，有啊、哦，我听到叫了一声呢。对，我听到了，有反应是不是？太可怕了 ，Susan Jackson， 给我个信号 ，Susan Jackson， 啊，不是。不是你不要在我旁边，给我个信号。你走开，你不要在旁边讲。给我个信号。Susan Jackson， 他不是说把指纹拍起来？不行啊，好可怕哦，那个声音。那个拍指纹，来来来，你有拍？哎、欸，没有底片的呢，我可以录吗？试试看。Susan Jackson，、欸、Susan Jackson， 这样的录起来了吗？不知道、欸，看一下 Z 有没有。Susan Jackson， 啊，你手上，凡心手上那个拿的那个数字为什么也在上升呢、啊？我的数字我没拿什么数字啊，我的吧。手上那个数字为什么在上升？那菜渣，我不知道这是拿来干嘛的？一直在闪了，一百多了、欸，为什么？没有他就高高低低的啊。一个人喊其他的人要远一点。哦，我们走，给菜渣死。那、啊、为什么他那个数字越升越高？那什么意思？聊天是能解释。他降回去了，他降回去了。哦，那个拉拉，下次不要乱拍。Susan Jackson， 不过你刚好拍到骨头啦，还蛮不错的。哦，你有你知道哦？我有看到、啊，不知道的。我看相片啊。救喵救人哦，搞命啊！指纹五级还有什么？指纹五级哟、哦。理智已经低于25了吧？我可以回车上了吧？哎、欸，怎么都那么高啊？完了，我的理智还很高哎、欸，我要进去再玩一下。我怎么还有76？那很简单，我想到一个方法了。我现在进去。Susan Jackson， 挂机，然后热宵夜。Susan Jackson， 我就可以挂那个理智了。Susan Jackson，、欸、对，拉拉，我们去看那个刚刚的书。这个手电筒是谁啊？那一本嘞？灵魂盒子会透过频率去捕捉好兄弟的声音，什么意思？说的，这里这里有吗？上面有图案还是什么吗？没有。啊，那就是不会写的。嗯，不会写的。再推再推。哎、欸，那我们其实可以拿笔记本看是哪两种鬼啊？我来看一下。然后就是再找一个其中那个。对啊，我刚刚正在做这件事情。我获得了一个盘子。我有工具五级指纹音鬼音嘛，对不对？飞盘，五级指纹是巨音、玉林、鬼音三种。对啊，哇！飞盘攻击，通灵盒，
就差要看了。一直开着就有机会听到鬼讲话。嗯。灵球、啊、鬼魂笔记没有笔记。鬼魂笔记就是要等这个啊。哇。哎、欸，如果有问低温的话，就是巨灵了。对啊，就是。如果有点阵投影机仪，就是御灵。你说的御灵是什么御灵？神御灵吗？好笑哦。看一下它的特征啊。打开之后会跟这个这是与鬼对话的攻击，在使用这个之前，你需要先看车上白板下半部的地方，确认它是响应一个人还是响应大家，再确认之变。可以去跟他通话，可以叫他名字，可以问他在哪里，基本上会回答，不认他就可以办。玲珑，所以要先回车上的白板看这是什么？是白板下半部的部分，确认他是响应一个人还是响应大家？嗯。怎么出去？为什么？什么声音？怎么出去？谁开门？谁刚乱动门？没有。打开了吧，它会开门啊。巨灵，如果目标在远处就阴酸哦。关闭电源可以阻止巨灵使用任何技能哦。它只会回应一个人。白板下半部，它似乎只会回应单独的 人物有声音吗？哎、欸，可以直呼他的名字来激怒他，并获得任何超自然现象，请务必打开手。人物会有声音吗？会啊，会有叩叩叩的声音。啊，你要怎么呼唤他？我听到他吹气呢。我刚刚有听到他的声音呢。他在那边吹呢。他什么、啊、名字的时候，所以要一直叫 Susan Jackson。你要开那麦。Susan Jackson， 用我这个东西。Susan Jackson， 拿着这个东西。Susan Jackson， 对他只会回应一个人。Where are you？ OK， 那我一定不会叫他的。Where are you？ 我在哪？车上。你在车上啊？拉拉、喔。你在哪？这是谁？这是拉拉吗？我是鬼。你在哪里？为什么一个玩偶在这边呢？哦，我抓回去的。你在哪？反正不用钱啊。哎、欸，被关门了。哎、欸，帮我听到唱歌的声音。哎、欸，10%，活动强度十，活动强度十，关门了，活动强度十，被关门了，我听到唱歌的声音哎，活动强度十，怎么办？苏森杰森，哎、欸，他走了，活动强度零了，不行，好害怕，我不，理智要低于25%才会那个、啊。才会加钱，才会不是才会被杀吗？不知道、欸。你在哪？鬼鬼里面很亮的啦，不用怕啦。有人说他刚刚那样就是在回应你了，太早我看到了。哎、欸，只拉拉的理智快低，拉拉理智低于25%了，只有拉拉低于25%。Susan Jackson， 其他人都很高。哎、欸，那你们可以拍我死掉呢？太大繁星都五十。我72，你看。哎呦呦，在附近。十八，谁？那个活动强度。又是我，为什么？啊，你又死了、哦！我、哦、看到了。哎、欸，快拍，拉拍。啊，没底片了哈。哇！他出去了。他在这边。忘记他在哪里。拉拉，你还追过去？拉拉，理智瞬间归零。为什么又是我？他在这边都消失了，不知道左还是右。她是女人，我看到一个女的白衣服。啊，可以看到她的样子哦。对啊，可以看到她的样子啊。我拍下来了，会有传起来吗？我们可以开车走了呢。欸，我想拍她的尸体。好啊。欸，为什么有一张照片上面有一星啊？那什么意思？那个是拍到骨头。有拍到骨头。太棒了，我又拍到。骨头是什么鬼？没有，那就只是额外的那个啊。加分任务是什么鬼？第三个证据是什么？哎、哦欸，龟龟，你理智太高了啦！你进去死一下啦！哎、第三个不知道哎、欸，我先推理一下嘛，对不对？你们说怎样？他关闭电源，可是刚刚是瞬间没电了。我觉得应该是御灵吧，因为一个是巨，一个是鬼音，因为听起来一个很大，一个很小，哦，对不对？所以应该是御灵。
等一下，哎、欸，刚刚有人设相机，有看到他吗？看到什么？看到鬼啊！摄像机有看到鬼吗？看到啊，有看到，那是真的是确定哦，那是玉林哦。太刀啊！等一下，点阵投影机吗？我看到他的整个形象。哎、欸，显现鬼魂轮廓的镭射网路网格有吗？应该不是吧？那个 V 八吧？你们有拿点阵投影仪吗？没有。没有。没钱买。哦，所以如果照相机有拍到一些关键的东西，就可以加分，是不是？嗯，那些都要买哇。我现在就在前面慢慢赚啊。当你用你的身体问时，某些鬼魂会通过通灵盒讲话，所以是通灵盒跟指纹跟 EMF， 这样吗？有通灵盒啊、哦。通灵盒是我手上那个吗？嗯，通灵盒鬼魂 EMF， 可是没有啊，对啊，哇，这没有鬼魂，哪里错了？你的通灵盒应该是有问题的，因为只开灯的时候，因为它上面写开灯的时候不会跟你讲话，对啊，刚刚是关灯的时候啊，所以是那个，所以不是那个。刚刚有吐烟吗？没有印象哎，你们看到烟吗？没有。来，三选一。什么三选一？就三个，三个阴灵啊，选一个。因为我们没钱买点阵投影仪，所以我们猜点阵投影仪，所以是玉灵。我乱讲的。哎、欸，你看我待在车上，我理智也只剩57了。我继续挂着就会越来越低了，不然怎么办呢？欸、平均值低于25%，你看它平均值已经31%了，就你在拉高平均值啊。哎、欸，他说其实决定性的道具都有送哎、欸，哦真的啊、哦？所以我们没有，所以我们没有温度计，也没有点阵投影仪的话，那就是另外一个了，对吧？书哦，鬼神鬼魂笔记，对啊。那就试试看啦。现在回去看那个啊，笔记。鬼位招。走。笔记最高的去。哎、欸，你57的理智。我们一个任务都没有完成呢。刚刚有笔记，真的假的？我要蹲着走，蹲蹲。哎、欸，没有灯，关门了，关门了，谁关门？我被关了吗？没有，我会开门了。哎、欸，我看到鬼了。欸、哦，完了完了，我听到声音了，我听到声音了，很大声。手电过来。欸、不是你手电筒，不是我进去会死掉，我理智只有2嘞。哎，没关系啦。笔记本嘞？这是笔记本吗？哎、欸，菜刀怎么挂掉在这边？这不是啊，我的笔记本忘记丢了。哔哔的声音，哔哔声音怎样？地上那个啦。笔记不在厨房那边吗？拉拉，我知道笔记在哪里，我知道哪里。嗯？我又丢在哪边？我忘记了。我知道你丢在哪边，我知道你丢在哪边。我一开始看你丢的，你丢在浴室那附近。不不不不不，我最后变位置，因为一直找不到。啊，丢来了！啊、有人要被猎杀了！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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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应该是杀我的，他应该是杀我的。走不出去了。哎、欸，是我耶！ Yeah! 是我。把我出去。嗯。什么东西？哎、欸，我拍不到他了呢，这次。看一下哦，哎、欸，笔记本就在我头旁边啦，看看有没有东西。救人啊！笔记本就在头旁边。我的头后面有没有看到我的？手电筒做事啊！看不到啊，没有啊。头旁边而已，还是每个人看到不一样。柜子旁边，有看到吗？有吗？笔记本，有东西吗 ？OK。对对对对对。OK。那、啊、怎么把手电筒丢？好，走吧，走吧，走。因为我东西太多了。嗯。哎、欸，我拿掉耳机，我没有耳机，我死了，哦、我死了，哎、欸，我不要看。喂，哎、欸，你们每个都死了，靠呀！没有啊，他没死啊。有一个人死掉了，有啊，他死掉了。哦，他也死了。嗯。哎、欸，我怎么办啦、啊？你就去开车啊，全死。你会开门吗？拉门还是推门？哦，有出来了。快点！看笔记本有没有？啊！我卡住了。笔记本好了，我看到我的画面好像不正常了。我把耳机带回来了。右键。右键。哎、欸，没有右键，没东西。嗯。
他们说有东西的话上面会有图案，其实笔记本上面会有图案，但是刚刚被猎杀还是什么都没有。没有啊。那一瞬间把我的耳机跟画面都切掉了，我好强。那会是啥呢？没有东西。没有东西。我丢在桌子上面了。J， 猜一个。如果真的都送的话，那鬼音。哎、欸，如果开局什么都送的话，那就是鬼音了啊。好，就猜个鬼音。可是，哦，对啊，但是你那个什么共那什么？可是她看起来是女的呢。对，她看起来是女的。啊鬼啊婴儿，婴儿她不像婴儿，她像老女人呢。笔记本要先打开，再放在地上。怎么开？怎么打开？怎么打开？我刚刚其实我右键没打开它。对啊，我刚刚其实按了很多键，我逼不得才把它丢地上。哎、欸，我觉得是女妖哎、欸，你看他说他一次只攻击一个人哎、欸，而且他会那个指纹啊，他不是也有指纹？我们刚刚不是有看到指纹？可是哎、欸、，EMF 五级有确定吗？有。指纹跟是那三个而已啊。对啊 ，EM 是什么？点阵体啊？对，不是。不是 EMF 啊，就要按 F 放置 F， 你试试看。没有的哦，这样 F F 是放置哦。哇，那我刚刚都丢地上，难怪、哦、原来是这样啊。我觉得鬼跟性别没差、欸，那就拆笔记本吧，既然有笔记本。好啊，好就拆笔记，然后再选鬼鬼音 ，OK。出发吧！怎么开车啊？那个车屁股这边有个计算机，点它左键。哦，会猜对吗？那我们全部都是。他在猎杀时悄无声息耶，啊，他这样杀人不是吵吵的？有梗。我只有打扣哎、欸。我们猜对了吗？猜对了。我只有十块。我也只有十块。我就十五块，为什么？猜对了，猜对了，没有钱啊！啊，多了五块啊！对，多了五块。到底、欸、我们虽然我们拿的很少，但是蓝蓝帮发大财了。少填最后一个，是因为我没有填吗？每个人都要填是不是？才会有多填啊！啊，谁填谁有钱是不是？啊哭啊！是吗？没有吧？哦，我刚刚没填也二十块啊。对啊，为什么？他们说有死人会少钱，因为我们十三个吧。哦，可惜了，每个都要填一个十块。哦，是啊、哦，龟龟，要不要再来？蛮好玩的、啊。我肚子好饿、哦，我需要补充食物能量，我可以待在车上吃宵夜吗？好，选了一个好像一模一样的。好，再次可选装备，主要装备。我还不够钱，要再存一局才能买东西。我在存钱。嗯、啊，我怎么按？我可以，欸、我有三十块，我可以买什么？你看三十块，你可以买手电筒丢给我们啊。这是你最后。我可以买温度计啊。好啊，哎、欸，真的。买一个温度计，够我买。你看我有贡献、嗯，好，我买温度计。好了，你有贡献了。好，准备，那我去弄宵夜吃了，你们加油。准备，开始。哦、所以可以乱填，反正乱填还是有钱拿就对了。我进去了。你也太快了。耶、yeah ！我也进来了。哎、欸，东西怎么什么都没有了？要等四个人都进来的哦，都在我身上。哎、欸，我这次这么快进来了，耶！哎，用十字架阻止，没有十字架掰。哎、欸，他可以回应所有人哎、欸，什么回应所有人？就是如果你拿那个刚刚那个灵盒的话，他叫做 William Williams， 威廉威廉斯 Williams， 使用灯幕，然后可以回应所有人。所以如果那个叫的话，所有人都会听到。嗯，没看到温度计啊。直呼其名，激怒他，从而观察到超自然的现象。William，William。
捕获鬼魂的照片。分开了。跑啊！谁有相机？我还没拿，我想说先去丢一本书。哎、欸，没有相机耶，去哪里了？相机在左边，很左边，很左边。我的温度计呢？你真的有买吗？没看温度计啊。我买了、啊。这个啊，这个啊。相机在这个啊。多颜色的这个啊，彩虹色的这个。这个是共振仪吧？是不是没有带？嗯，就 EMF 啊。因为我记得好像要带温度计。哎、欸，没有相机。相机在这左边。OK OK OK。我有钥匙，我拿到钥匙了耶！快点，你开门。Where are you？ 你在哪？我有钥匙哦。OK OK， 准备好了。就是叫名字，问题就会有反应。William。你跳。哎、欸，每家都有摄影机。你们没钥匙可以开门。William，Williams。哦，吓死我了！你们不先开灯吗？来啦。一开始我的钥匙，那我的钥匙是干嘛用的、啊？可能某一个锁我们要开吧。哦，我会开了，我会放了。我还可以开电视哦，好酷！你小心，等一下又断电。你怎么开的？哎、欸，我们不如先找一下那个。电闸在哪里了？这个萤幕我觉得可以带回家了啦。哎呦，William，William， Where are you？ 我决定回车上观望一下。好可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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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嘞？你们去哪里啊？在找开灯的地方。那没有必要的。我找到了，我找到了。繁星，你继续往前。嗯。怎么跟刚刚那个一样？转弯。我找到了这里。刚刚那个一样呢？只要它绿色就对了。好。好，车子小队又那个了，做好他的工作了。William。Where are you？ 跑！跑起来，跑起来 ！William，Where are you？ 你在哪里？威廉斯，你在哪里？哎呀，我晚上怎么睡？威廉斯，我已经失眠四天了。威廉斯，你在哪里？威廉斯，你在哪里？威廉斯，威廉斯，你在哪里？威廉斯，你在哪里？你怎么了？看到被一个娃娃吓到。开水。好难看哦，用摄影机看东西好了。威廉斯，你在哪里？威廉斯，你在哪里？威廉斯，赶快回我！不是说似乎可以回应所有人吗？所以可以讲话吗？威廉斯，是不是在这里？我找不到指纹呢。你有把这些打开看、啊？威廉斯，你看你回来看这个，看这个有没有？威廉斯，你在哪里？没有，就是威廉斯，可能你柜子要打开啊，那样子。威廉斯，William，you motherfucker， where the fuck you are？ 他的活动强度完全是零。哎呦，这逼嘞！好吵哦，这边。哎，我在逼了，在逼了。威廉斯 ，Where are you？ 在我附近哦。威廉斯 ，Are you here？ 威廉斯 ，Fuck you！ 威廉斯 ，Kill me， 威廉斯 ！How dare you kill me， 威廉斯！
威廉威廉斯，威廉威廉斯，威廉威廉斯，笔记本没打开？有啊，我有开，我有开啊。哎、欸，还是被关起来？哎、欸，被画画嘞。哎呦，有写字嘞，有写字了。那很明显啦、啊，知道是谁啦？一个你就知道了。有指那个鬼魂笔记的、啊，很明显的、啊。威廉威廉斯，威廉威廉斯 ，fuck you。威廉威廉斯，你在哪里？他都不理我们，怎么办？威廉威廉斯，你们 EMF 是什么？就是共振仪啊。共振仪有共振仪到五级吗？好像还没，只到二。这次没有。所以这次的共振仪没有办法到五。嗯。所以现在只有笔记而已，然后也不会回我。对，通灵盒不会回，现在只有笔记，找不到指纹。威廉威廉斯，你在哪里？我被拍到照。威廉威廉斯，你在哪里？威廉威廉斯，哎，对了，他说那个指纹的话，你要有开灯一段时间，再关灯才会露出那个这样子。开灯。你是说通灵盒要关灯问？哦，那关灯，关灯。手电筒也要关吗？威廉威廉斯，你在哪里？威廉威廉斯，太多灯了。威廉威廉斯，威廉威廉斯，你在？威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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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心太强了吧？你一个人可以在那边。走来走去都不怕、欸。威廉威廉斯，你在哪里？我找啊！哎呦呦呦，有两格了，两格了，两格了。威廉威廉斯，最强瓜牛子。威廉威廉斯，你在哪里？威廉威廉斯，哦。最强瓜牛子。脚步声，脚步声。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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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了，各位。哭啊！回来啦！他突然上升了，他突然上升了。你回来啊！他回了，他是个男的。他、啊、谁回来了？谁跑来车上了？他关门。Fuck you, Williams. Fuck you, Williams. Fuck you. How dare you kill me? Last time, I'm gonna fuck your mom and your motherfucking dad. 然后找指纹是不是要再开灯，还是不用了？你们有听到吗？他讲话了。哦，我听到了。嗯。所以这样子等于是回应所有人吗 ？If you have balls, kill me。零了。Kill me, you mother！ 听到关门的声音了。Kill me, Williams. Kill me, William.威廉威廉斯，你在哪里？可爱。所以没有指纹。没找到。活动强度上升了。有声音。有吗？我来找找。我听到不那个。威廉威廉斯，你在哪里？肚子掉在地上的声音，踢踢踢踢踢踢踢。那是我在，那是我在玩灯灯。我、哦、靠呀！你说这个声音对不对？啊、好像。但是有其他啵啵啵的声音。嗯。换我在玩了。哦。你们。Fuck you, Williams. William Williams. 没指纹，没共振，还有啥 ？William Williams. Hi.William Williams, you motherfucker! 我吓死我！ Tell me, you motherfucker, William Williams, I have no, I have no, no, no what? 通灵盒。Fuck you! 菜刀，菜刀拿的那个是通灵版。Yeah. Fuck you, William Williams. Oh.找到盒子，什么盒子？一个长长的盒子啊。嗯。
Tom Wilson。 哦，通灵笔记。哎，有声音，有强度上升了，五级。在我这边呢。William Wallace, where are you? William Wallace, can you tell me? 欸，可能是梦魇呢。William Wallace, where are you? 啊？我在猜啊，因为其实两个出来了嘛。Yeah。就是你的通灵盒跟死亡那个记事那个笔记本。通灵盒到底算不算啊？感觉是啊，因为我有听到声音啊。通灵模式了，我们有笔记本，有什么？跟你的通灵盒啊。那最后一个就在推了嘛，因为那个谁，五级没有啊，因为我一直侦测到只有二级啊，没有五级。然后通灵盒啊，还有一个是通灵盒跟指纹啊，指纹的话不会是文破，招灵吧？招灵不会是烧灵啊？那再有通灵盒有笔记的，还只剩下那个啊，梦魇。指纹是烧灵吗？没有找到指纹，对啊，也没有灵，那没有找到灵球。嗯，啊，灵球的话，因为我要那个三脚架去架那个摄影机，才能看灵球。灵球吗？对啊。哦。那这样看一看下去，就只剩下没有灵球的那个，对啊。好，选梦魇 ，Go。等一下，我要选一下，不然刚刚没加钱。回家。我们下一次可以用十字架阻止鬼的猎杀吗？灵球。用摄影机直接去看灵球。我没拍到照片。的灵球要看的比较仔细。摄影机哦。你要吗？嗯。你们两个比较像鬼。来给我。所以有通灵盒，已经有通灵盒跟那个了。OK。可能吧。啊、通灵盒是什么东东啊？就是你跟他讲话，他会回你。好像是吧。拍比较仔细。就直接拿着摄影机看才会看得到灵球。为什么他可以放在桌上？好扯。William Williams。William Williams。William, I'm here. 嗯，听到声音。他说什么？对，他说什么？我不知道。I can't hear you. 哎，开始了，他在了。哦，没有了。我的啊，这么小看得到。You are a motherfucker. Tell me, quick. I give you a chance to tell me inside this.This luggage or not? No, the closet. I stay. What? Nani? Nani? Then no. Wakaranai. Close the. What? Ouch. Okay.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You must. Ouch. Ouch.Can you say Chinese? What? 我刚听到屁哦，快跑！我也听到，快跑！可是我没拍到证据耶。我也没有。我听到屁哦了，快跑！怕哦。你吓吓我你。为什么你的灯光是从你的胯下喷出来啊？可能我那边太大太闪亮，被打码了。龟，你看龟有光哦、啊，圣光哦，没有哎、欸，没拍到，怎么办？哎、欸，他十级耶，谁在搞他？没有啊，拉拉。我们在门口啊！哎、欸，有声音哎！他升级耶！他刚是菜渣在靠近我们，我靠！你知道吗 ？Kill！ 那个你看着镜头会有杂讯哎，他在的话。哦，你们听到吗？听到。Die die die！开门了。霹雳卡霹雳亚拉 ，Oh，
波波利娜贝贝鲁多。哎、欸，白痴哦、喔！我好像把摄影机架出去了，等一下可以照一下手电筒在这边吗？我没有手电筒。我有。在哪里？我在这里啊，在这里啊。地上吗？不是，在空中。哦，我怎么架的？你有看到吗？我没看到啊。在空中。嘿、hey, ，Hello。在这里。哎呦，就在这里。哎呦，他生气了，他真的生气了。No。拉拉，走吧。我看他在地上哎。Hello。我可以拍这个浮空的身上。Hello。你拍看看。Hello。你可以照一下吗？嗯 ，Nice to meet you。浮空的身。哦，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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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to。What?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你是在讲啥？我觉得好可爱。You always say, "Oh, what are you fucking talking about?" I can't understand what you're talking. Oh shit!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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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关的，我关的。没有，而且这是你们，他是往内推的，你们一直在狂往外推。哎、欸，他是九级耶。好了啦，应该真的就这样了。拍不到，就是拍不到那个、啊、灵球嘛。所以没有灵球。应该是灵球啦。啊，那个指纹那个拉拉一直照不到啊。所以是。然后。那个五级的话，我也是侦测不到五级啊，就这地上也会有，地上应该也会有脚印，所以照不出来，然后也没有五级，嗯，是吗？对，所以是什么？就灵那个啊，灵球啊，梦魇，对啊，笔记写写，走吧。哎、欸，你们要写写哦，没有写没有钱哦。通灵盒、鬼魂笔记、灵球、梦魇，是吧？嗯，脚印不是指纹不一样啊，指纹就。我不知道、欸，指纹不就是上一场的那个？那个手掌印哦。嗯。那、啊、所以脚印算指纹吗？刚有照到吗？不知道。啦啦。今天这样，挺充电。我要换耳机了。有没有扣扣的声音啊？会跑到车上来的之类的吧？哎、欸，这次还好啊，理智超高的哎、欸。真的啊，如果你们有讲话，我现在听不到。白痴。对啊，脚印不算。脚印不算。所以呢？难怪这款可以这么迷，这么毒，还蛮好玩的啊。蛮好玩的、啊。捕获鬼魂照片没有？对啊，就只。二选一嘛，指纹或是灵球啊，所以要挑什么？哦，反正这是看个人的嘛，我们可以自己选自己要的哎、欸。我是选梦魇啦，我也选梦魇。啊，龟龟好吗？开车喽！是啊，怎么选？就是你这一按着，选到最后面嘛，证据那边。证据按什么？啊，就是。笔记通灵盒一定是有的嘛，通灵。然后灵球的话是真的是拍不到啦啊，因为指纹你找不到，然后那个共振仪我们也是没有到五级，所以推的就是圣灵球。OK。对啊，你也可以试试看其他的啦。啊，那这四个都要有哦，鬼魂类型要选到哦。Goodbye。等到他说最后才会有加钱。嗯，好了、喔，拜关车上。回家喽。浮空的摄像头也会有绿绿的脚印，只是会消失。哦，啊，是魂魄。啊，会是什么？没有钱呢，零块钱。哇，魂魄是什么？EMF 5没有 啊，没有啊，我一直拿着哎、欸，
白干。怎么会这样？我一直拿着哎、欸。他10块钱。怎么会这样？我觉得他的，你刚不是说就是灵球跟那个嘛，对不对？嗯。他那个魂魄，我刚才最后检查一下，魂魄最后一个条件是5 ，EF 5。我刚一直拿着哎、欸。我的天！求了，完了、欸、没有。我去设定一下，把语言改成英文哎、欸。哦，对，好像听说你这样子会比较好跟他沟通耶，有听过啊？改有没有改过？我不知道，不够近。那我出去改。好啊。那我们用中文，我都不知道怎么。哇，那你英文真的要很好耶。嗯，那，哎、欸，有日文哎。你要速速看吗？告诉你们啊，我跟你讲。嗯，要试试看吗？你不会离开的。我这一场直接买一个十字架，我去敲他，我去敲翻。好啊，谁啊？好啊。干爆！操你老母！哎、欸，我75块了哎、欸，为什么？哎、欸，钱变多了哎、欸。哎、欸，55块哎、欸，哎、欸，加钱呢、欸？对啊，刚刚显示 bug 是不是？刚刚不是0块吗？那、啊、我这样子有十字架了吗？我要怎么加进去？你那个有个添加，有没有？欸、然后再把你身上物品数加进去。所以有一我就要按加一，是不是、欸？嗯。你要什么？我要怎么加入你们？啊，你就选那个啊！你刚刚不是有打那个？就是一样的那个吗？对啊。有了，有温度计了。十字架跟温度计，我全加了。我这场来干翻他妈的。Oh my.好搞笑！我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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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坏了！十字架插在你头上，有人跳起来踢你额头，是不是想射射？然后鬼马上出现。Nice！ 我现在的语音是日文哦。那我60块，60块可以买什么？天价购买！我要买个强光手电筒试试啊！强光。那我买，我好像不用买了、欸。等级要求3，哭啊！哭了。温度计不是已经有了吗？没有，我要买强光手电筒。那我也要买强光。等级要求3。对，我就想这个啊。圣木15元。那我买个盐巴玩玩看好了。盐巴可以干嘛？他说鬼走过去会留下足迹，酷啊、哦！哎、欸，不能买，什么都不能买。对，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啊，怎么准备啊？一问就可以确定是闹鬼的地方了。啊，你要先，谁是房主？我不知道、欸，要选择那个更换合约，然后去选。哦，選是我哎、欸，是我吗？嗯、不知道哎、欸，是我哎、欸，你换啊？你选择合约，然后选一张图吧。嗯，为什么我变房主了？因为刚菜刀出去挑东西啊。那我也出去挑东西。干，就晒了。没有，我怕你们会卡，因为我手机网络怕你们会卡。哦。我离开再进来。玩菜刀重开嘛？都可以，看你。好。重开吗？好啊，我再加入就好了。那我现在就是那个、啊，你们再加入就好了，一样的。是啊。我们这次去美东怎么样？好啊。好，就这个了，来吧。嗯，加入私人房。好，我 all in 了，我十字架跟温度计。走。嗯，等一下，我还没进去。走，等一下。走。哎，进不去，等一下、哦。哎、哦，有。好，准备。妈的，我这场来下去敲人。我这个十字架，我左手十字架，右手温度计。为什么我的人会被你们的人挡住？是什么回事啊？你出去再进来 ，ES7 再进来。算了，可以直接这样开始。准备按，可以直接按准备，然后开始了。可以吗？
可以。龟龟还没准备。龟龟啊，不是要打鬼。进来了。逃跑并不总是最佳的选择。来看一下，看白板，看白板。十字架拿没有？放在鬼位置啊？我要怎么放？不知道拿在手上吗？放在闹鬼的地方比较阻止好，比较好阻止猎杀。他叫做 Patrick Jackson， 可以回应所有人。我要怎么把它放在那个那边？哦、oh, ，来来来，量体温，量体温。Patrick Jackson， 我不是买盐巴了吗？为什么没有？哎、欸，这是好多、哦啊，你有没有添加进来？为什么我没有那个？哦、我找十字架了。哎、欸，我不是买盐巴了吗？不是你买了，你有添加进来吗？有啊，有啊，他哎、欸，可是刚不是有人说不能按 G 要按 F 还是什么 ？F 是那个使用啊 ，G 是丢地上啊。哎、欸，等一下，等一下，量体温，量体温。哦，确诊。量体温。温度计呢？啊，我买的温度计在我手上，你要吗？我看没有，我看一下它长什么样子。就这样、哦，有耳温枪啊 ！Hello， 可恶，没盐巴完。你好 ，Hello， 有点卡是正常的，我要换电脑。莫西莫，莫西莫西，那这个蓝这一盒这个像宝岛眼镜的是什么？宝岛眼镜，这个眼镜啊，我们家里还有两个东西没拿呢，有个蓝色的手电筒呢。等下回来再拿。莫西莫西，可以拿是不是？可以自带很多在身上，然后用滚轮条就好了。对啊。欢迎机哇。好。哦、你说用日文跟他沟通哦？我全拿了，我现在小六。哎，这个我这个拿的是什么？这个感觉像是不知道什么鬼的，这是什么？啊，他是他计划，同盟大计大哟。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哎、欸，圣水吗？大计，圣水？我不知道。F 可以用吗？还是我先不拿，我先不拿。好啊。我丢上好。你要卡，我蛮卡的。我有十字架。同盟大计，同盟大计，同盟大计，同盟大计。大计。我的沙嘎路，他为什么这边不能调？还是用视窗模式？可爱。视窗模式好一点点。我有十字架，我有十字架，你不敢来。哎、欸，这门怎么关了？白痴哦、喔，拉起来的。哦，是地下室，我不要去。呵呵，手电筒照照。呵呵，有指纹吗？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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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停电喽！不要不要不要！哎、欸，为什么没电了？没电了。有啊，嘿，十架，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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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躲在后面了。你的那个紫色的那个嘞？紫色灯照在里面。不行，我现在要拿了十架。来来来，我来了，紫色灯来了。好，手电筒在浴室看一下。好，我拿了十架。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好了。我有十架。红包啊！红包啊！欢迎进来。要怎么跟他沟通？我也要跟他沟通。按 V 呀、啊。嗯。干你吗？出来啊！我有十字架。哎、欸，救人！你们怎么走了？你在哪里？救人！啊，救人！救人！嗯啊、你们不见了。所以这个鬼不会讲话。哎、欸，不要救他，让、欸、他自己下来。啊、我要救人。不会讲话。我要回车上，不要了，我去看着门。救人啊！干你老子！救我！来了啦！嗯？你怎么开啊？拉吗 ？OK。哎、欸，不要走那么快，不要走那么快，没有要找电房啊，不是要先找电房吗？那很简单，我找到了，我回车上指挥。你找到了？欸、找到了，对啊，我现在是绿的、啊。不用你了。不用你了、欸啊。你可以打鬼了。回来了。好，我要继续打鬼了，废物垃圾鬼。哎、欸，要叫他名字哦。对啊，所以要去看他叫什么。帕特利西亚·杰克逊，上。帕特利，什么哈特利尼尼？帕特利西亚·杰克逊上。帕特利西亚·杰克逊上。为什么嘎嘎嘎嘎的声音？
こんにちは。こんばんは。有浪哦。哎呦，附近很冷哦，附近很冷哦。真的假的？没有，还在维持十几度而已。那怎样才是真的很冷？负十五吧。他们说很冷的地方代表闹鬼，那我就把石架 K 在那边，他当就被我砸在地上滚来滚去。这边一个石架搞定的菜。他不是只可以挡一次生命吗？他就说阻止猎杀，就挡一次啊。没有，他们不是说要丢在地上吗？不死图腾，没有写字。十度，负是刺，三度以下才是刺骨寒温。哎、欸，可能要，他一直都不出来呢。对啊，怎么了？哎、欸，还是要自己一个待在一个地方。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看我的。跟你讲啊，有啊，伊木西，他怕了我的十字架啦。跟你讲，有啊，伊木西。喵哈喽，この弱い虫。我知道附的是刺骨寒纹啊，可是鬼在我附近哎、欸，在地下室，在地下室。我要再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了，我要回车上了。鬼在地下室。哦，我要去拿那个，我要拿那个 BBB 下来。我 BBB。哦，那你拿看看，你那边应该有机会。圣木可以干嘛？要打买那个打火机烧哎！我说共振仪哦，没有 BBB。对啊，共振仪没有 BBB。在楼梯那里。哭啊！没有手电筒看不到。所以基本上我们理智在25%以上，他杀不了人，对不对？嗯。哼，冷。为什么会听到叫声啊？你怎么在这边啊？你们没听到叫声吗？没有。他还说偶尔，偶尔。楼梯下刚有一层，他应该换位置了吧？こんにちは。こんばんは。何やってんの？私たちは。友達ですよ。地下室嘞？地下室怎么走？这里。弱い虫，弱い虫，弱い虫。我的胃好痛哦。こいつの胃が痛いです。我的胃好痛。好吧，这个鬼不会回哦。不然对他唱那个、啊、改编版的那个阿拉拉，没有，交给你了。这个是需要。哎，他什么东西都没有呢，很难猜。地上的笔记本，那、啊、笔记本为什么没有写字？因为他可能还没上楼啊，他一直在地下室游哎、欸。我躲在厕所。不是在地下室，扫到温度很低，你要不要把笔记本拿下来？那我跟你一起下去，我有这个支架。不是，你笔记本拿下来啦，靠腰啊。我手满了。我等一下哦、喔，那我去哪？我去哪？我待在这边，看看他会不会找我。哎、欸，楼。他好像有回、欸。哎、欸，手电筒跟我还有繁星下来，我们要操他。哎、欸，为什么我们十字架没拿？没付。十字架在我这啊。繁星呢？你要丢？哎、欸，干嘛？你干嘛？为什么关灯了？不是我，不是我，鬼在行动了吗？三度了，三度了。哎、欸，那怎么办？我十字架丢吗？我十字架丢吗？寒风刺骨。聊天室，我十字架丢在地上了吗？我丢。寒风刺骨是复数才是寒风刺骨？丢了我就跑，我丢了就跑。还没有。对，你们的理智现在都在60%左右，不用怕啦。其实啊，所以还不会。不知道他们不是我的十字架丢在地上吗？他们说丢爆哎、欸，好，我直接丢，丢完了耶， yeah, 我可以回车上了，再见。哎、欸，还不知道打鬼、啊。我打了，我打了，我刚丢出去，他很痛啊。怎么样？
我连手电筒都丢啦，来啊！他的样子，那角色的样子還很讨厌呢。你被笑了。哎、欸，他来了，摄像头有点糊了。有、哦。又不见了。没有 BBB 哎、欸。哎、欸，有声音、欸，我听到心跳声。唱歌，在唱歌。在关门。他在我这里。在唱歌，在唱歌。暗。空尼基娃，空尼基娃，空尼基娃，空尼基娃。他不见了，他是黑色的女人的形象。我这样会是真的吗？可是我丢十字架了呢。我把它拍起来了。水哦。你把它拍起来了。嗯。コロンで突き抜いた頃。他是不是因为这样，所以没把我杀掉啊？我的十字架到哪去了？地上。对啊，我丢对地方啊。是因为太亮了，你再对话一次。哪里是几点哦？六度。你有看到我拍了吗？我没，你说笔记本里面看吗？哎、欸，他说你要那个快闪烁的时候再丢、欸。有，你拍到的是三颗星，三颗星。你好梦、哦，你好梦。要怎么拍？要怎么拍？拿相机啊。啊，谁拍的？谁这么猛？拉拉。他说你这十字架有丢跟没丢一样，你要等闪烁的时候再丢。真的。李能。他刚刚就在我面前走过，然后我就把他拍起来。什么都没有哎、欸！我的石架在哪里啊？这边地上啊！我讲话，这好无聊。我、哦、靠腰！哎、欸，这谁的嘴巴吓、啊、到我了？为什么又是讲英文啊？因为这是国外有英国。啊、Hello， 他们说闪烁再丢就来不及了嘞。Hello， 欢迎进来。嗯，有笔记吗？有五级吗？笔记没有，五级没有，温度只有五度而已，三度最低三度。所以我们到底要拿着还是要丢啊？因为他们又说什么闪烁再丢，我要记得哟。那很难猜呢。哎、欸，我的桌布换成 Neko Para 了，好爽啊！你说你是西哦？在讲什么？Neko Para。她是女生呢。エロなことしたいな。性别无关。抱きしめたいな。我自己搭一下，看看她会不会找我。爱呆呢。把这两只猫咪压在地上撸来撸去。Fuck you！ 不然人家在地上。Fuck you！ And fuck your dad！ And fuck your mom！ And fuck your family！ Family。那你很厉害耶。你很能干呢、欸，你假鬼假怪、欸，你很能干呢、欸。如果他是男的，你就是假鬼假怪哦。他都不理我，所以这个是会通灵盒会回应是不是？到底通灵盒要怎么知道他是会回应还是？哎、欸，他在灯光一闪一闪在靠腰，那我要丢了，死角，滚！怎么丢？左键右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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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键右键。哦，心跳声，哎，轮死了，啊我，为什么？可是我丢十字架嘞。哇，是啊，死了吗？我、啊、死了。我看到手电筒都掉地上。可是我丢十字架嘞，离太远了，真的假的？这样丢太远了，我丢在这一间嘞、欸。对，离太远了哦。哦，他们说在猎杀才丢没有用，他说猎杀才丢没有用。哇，那没办法，那看来不是。哎、欸，你们有拍我死掉吗？可能是离太远。我没有办法拿相机。我没有相机了。哦，这个吗？这个吗？等一下。所以温度计。不好，扔掉。嗯，这个，再见了各位。十字架猎杀你都在对的地方，而且要出现效果的三步内，也太扯了吧？哎、欸，怎么照相？右键吗？没有，我没有拿在手上，我已经丢在地上了。Yeah， 没有，我在趴着最后的仪容。温度计，有尸体两颗星。你的温度计，捡走你的温度计。你们理智很低，可能会被杀哎、欸。我听到心跳声哦。哭了乖乖，哎、欸，我需要手电筒，救我！我死掉不是有个手电筒吗？在尸体那边捡。那个是。六度，帮我照，我要登，我要。我要死了！啊！我死了！啊！怎么办？快跑！菜渣，你在哪里？我在门口啊！我在门口。哎、欸，这下最胆小。我找不到路了，门怎么走？你过来接我！接我！拜托，我是你妈！这里，你这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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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里？
我在车库，车库怎么走？救人！我出来。等一下你往后走啦，往回走啦。对。好笨啊！又对。耶！哎，所以是哪种鬼啊？刚刚有不知道四级还五级耶、欸，我刚刚看到四级。看一下、喔、哦，又是会回应的。所以都要看笔记本呢、哦。我去地下室看看有没有。我决定我再也不要回去那边了。你的十字架还没用掉哎、欸。我十字架已经丢在地上了。回来捡哦。不要，我理智剩13%了。我游戏里面理智都剩13%，我本人理智已经是负的了。哇，是不是鬼不能看十字架啊？不啦，书我没看到书了哎、欸。哎呦呦呦呦呦，书没有写东西。也没有刺骨寒风，对不对？对。刚刚死掉的时候，你们在一起还是分开的？有死灵而已，有段距离。哦。看起来只有死灵。死灵吗？死灵是什么？通灵盒。灵球。EMF 五级。吗？刚刚是。我准备死掉是有刀死啦，突然飙上去，所以没有我。对，那我们选择还有三种怎么办？点阵投影，没有刺骨寒温啊？没有，只有到三度。嗯，四级的话，连第二个证据都没有了，怎么办？啊，乱猜嘛。确定的只有什么？通灵盒。通灵盒是也确定有，是不是？嗯。鬼魂笔记没有，然后五级也没有，刺骨寒温没有，指纹也没有。看。所以是灵球、点阵仪跟通灵盒。好，妖怪。就这个了。好，妖怪。有吗？真的有哦。啊，就妖怪了，对。灵球。顺便看一下它的特征啊。妖怪特征吗？嗯。所以没有指纹嘛，对不对？妖怪特征，它通常对人类的声音感兴趣，在妖怪附近讲话会激怒它，增加其攻击欲望。你刚刚一直讲话，它都没理你啊，所以应该不是吧？你刚刚不一直叫它？是没错。他对人类的声音感兴趣，他通常出现在没有人类的家中，而、不是故。反正没一定没有笔记嘛，对不对？因为他没写。对啊，因为我就是把笔记跟那个五共振仪跟温度计都通通带下去那边玩啊。对，没有笔记。嗯，没有笔记，也没有共振仪，然后也没有很冷嘛。没有很冷，也没有指纹。要怎样才算是很冷？你刚刚不是有三度？要负的，要负的，要负的。嗯。有灵球吗？因为就是没有办法再选了啊，因为你看指纹也没有，最后选的就只剩下灵球这个选项了、啊。嗯哼。还是要选五级的，把灵球换成五级的啦啦。好、啊，试试看。看一下，这样子是什么？球换五。没有哎、欸，有、死灵吧？啊，死灵，死灵吗？嗯，死灵，死灵几乎不接触地面，所以它没有足迹。碰到盐会变得活跃，然后我们这次有那个没有盐巴，要放盐巴让它踩的那个任务，所以应该就是死灵了。武器通灵点哦，是哦，嗯，好啊，试试看。啊，可是他不是说他不会那个吗？死灵的接触地面啊，所以他踩到眼吗？但是我们没有丢眼，所以 EMF 通灵点阵营。我的意思是，如果他让鬼魂踩眼，那、他说他几乎不接触地面，要他怎么踩到眼？所以他的任务一定会跟他有搭到啊，所以有没有？不然他怎么会出这个烂任务？对不对？这么说，但我还是觉得任务蛮烂的，因为他是这样代表他很难踩到、因为反过来不是，就代表说他。
他的任务是任务不会打到，他们说任务不会打到，任务无关吧？我就觉得，因为每个鬼都可以踩到那颗主机啊，你就可以知道鬼有经过这边，你就可以丢东西在地上。嗯哼，怎样？我换死灵了啦。好，我也换死灵了，走吧。算了，我还是换二妖怪好了。好，你妖怪，我死灵。好，等一下啊、喔，这个是什么？灵球。我选好了。换，那我还没选死灵什么？五级灵核投影仪哦、喔。那我任务只是赚钱用的，无法逆推，完了。好，那我选好了，我要选死灵。哎啦啦嘞！我死掉了。不是啊，你选好了没？我选好了。哦、oh, ，我死掉了。我知道你死啊，你死换我死啊。有人说当下没有五，不一定是五。欸、是死灵哎！哇、哦，厉害厉害！水啦！因为没有脚印啊。对啊。拿到。哦，两等啊！对啊，40块，好棒啊！哇哦，好有钱哦！舒服啦，我又可以买更多装备去敲翻他们了。垃圾，完蛋了！你说整条路都不是十字架、哦？哎，对啊，我可以狂买十字架，一路沿路丢哎、欸，死定了！赚、嗯！哦，所以是拉拉很强哎、欸，拉拉狂拍到照片哎、欸，很强啊！拍了两张，我会拍哦。陈冠希是不是？好屌哦！太过分了。我买手电筒。我要买，我买那个圣木吗？嗯？圣木？都还是不要了，传钱。嗯。我要买那个声音感测器，存钱。要买什么？他刚刚还有出现什么？圣木是干嘛的？要烧。烧了他会怎么样？要买打火机、嗯，可以防止他杀你吧，跟那个十字架差不多。那我干嘛不买十字架就好了？因为你丢歪呀、啊。哼。不是，我的意思是，如果它功能一样的话，我干嘛不拿十字架就好了？那个应该只能用一次吗？不知道哎、欸。应该有一段时间吧。重点是我有100块啊！哇哦，好有钱啊！强光手电筒要等级3啊！那我要存钱，我要存钱买那个动感运动感测器，动感八扣的。玩玩。动感光波。什么都不能买啊？为什么？为什么？我买了一个哎、欸。嗯，为什么不能买？买了手电筒，都不能按啊。奇怪。然后也不能添加。夜雨好像没有这些任务。那我们有超过夜雨的吗？没有，我们到现在是夜雨。十字架只能带两只，每只挡两次，等级的问题哦。好吧，准备吧。真的假的啊？我刚刚十字架丢掉怎么办？就消耗品啊。现在没有了吗？他说可以带两只，可以每只挡两次呢。可是我们装备那边没有十字架的呢。因为我丢在地上啊。那就没了。好啦。丢了30块。好。走吧，你们按 ESC 可以玩这样，可以这样玩耶。那你，哎、啊、倒了，旁边有这个啊，旁边有这个可以玩。哦，What？ 准备 Go Go， 倾听远处的声音。支架之鬼猎杀圣木是在鬼已经猎杀的时候转移目标到圣木身上哦。替身攻击，没有拆炸四连买都不能买。对啊，为什么？不知道。如果买装备的人没死，东西不会喷。
捕捉鬼魂的照片，平均理论是低于25。那很简单，这个前面两个拉拉一个人就可以捡了，没有？哎、欸，那个没有，二跟四拉拉一个人就可以解了。二跟四，哼，你还是个男朋友吗？这道具好吵。他很厉害耶，这次道具怎么那么少？为什么道具会少啊？我觉得是房子的大小耶。哎，我拿了一个，这什么东西？开门。开门，拿钥匙的。这什么东西？那盐巴吧。对啊。有这个吗？要怎么用？哦，不是啊，你这我真的不知道哎。那我这是什么？你这我真的不知道干嘛的。基本上是一个人出手，那我可以这个，一个人去找。七彩霓虹灯，不是，灯不是啊啊！有没有拿钥匙啊，鬼鬼？哎、欸，你们都没拿钥匙，我靠呀！我收满了。我去拿，那他去拿。我满了吗？又好卡。好了，我拿了两个手电筒啊，我拿了紫的跟蓝黄的，我可以切换。我可以打信号。是讯号灯，叮棒大灯，我有放大灯跟缩小灯。OK， 我没拿手电筒哦。那手电筒给你拿。我要丢盐巴。我拿的这个是什么啊？盐巴丢到哪？哎、欸，如果观众知道，跟我讲。这是盐巴。养乐多。哎、欸，白骨哎、欸！拍拍拍拍拍！哪里有白骨？在我这，那大厅的那个壁炉前面，白骨。哦，你怎么看到在哪里？哦，看到了地上。你好强哦！我要挡，我要挡，不要挡啦！影响星星数啦！哎呦，哎、欸，怎么拍之后，怎么拍的变这样？他来了。有吗？哎呦，五级，五级，五级 ！Team 宝贝 ，Team 宝贝 ，Team 宝贝 ，Team 宝贝，宝贝！我怎么用盐巴、啊？右键没反应。按 G 丢出去呢 ？G 没有。蹲下按 F 嘞。F 啊有了。我上了，我超强。啊有。我丢到这个头了。哎、欸，这什么？好漂亮啊、哦！不知道。哎，是不是点阵那个什么的啊？哦，这么贵的东西，开趴。我们是这样子。哎、欸，你怎么放这种秘籍呀、啊？这个盐。啊、这是什么？这什么？这什么？这哎、欸，这怎么没了？为什么没了？点阵仪，还有放哪里啊？怎么关掉这个电视啊？应该都是放那个转十字路口转角处吧？什么关键词？所以已经确定的是那个吗？五级啊 ，EMT 五嘛。嗯 ，EMT 什么？艾米莉亚探。Hello。哎，点阵仪附近，点阵仪附近。Hello。哪里？狂暴啊 ！BB 叫呢？BB 叫是怎样？就五级啊，五级，他在这里啊，他在这里啊，他在这里啊。红包啊！紫色的，我用紫色召喊，呼，缩小灯。红包啊！他进去了，他进去了，他进去了。进去哪里？黄鸡巴！他在这里，他有这里。黄鸡巴！繁星在哪？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繁星是这个蹲着拿着那个的吗？对啊，有 BBB 在叫那个就是我。嗯。你怎么知道他进去了？没有。哎、欸，不见了，他离开了，走掉了，他领牙在这边，在这边，在这边是吗？领牙没了。为什么那个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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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那么大声？应该就是在你附近吧？对吧、啊？点阵营找不到东西。那、啊、点阵营是干嘛的？没有找到东西，高几率会出现指纹。照玻璃，要照玻璃。好，我来，我是蓝蓝的，蓝蓝鹿，我是蓝蓝鹿。来了，哦，没了，刚糊了，他咳了一声，然后就走。玻璃，你说点阵仪吗？不是，他说紫光，点阵仪鬼经过的时候会转短暂现形，有的鬼可以肉眼看到，有的肉眼看不到，要用 V8。V8哦，有 V8。光那瞬间，哎、欸，怎么了？鬼踩过了。采购什么盐吗？盐巴。对。为什么？你怎么知道？还是这是人采的？不可能啊。人采不会。对啊。鬼采的。鬼采的。拍下来吗？这要拍下来吗？可以啊。要吧？可以拍吧。
光。帮你照，OK。Yeah。好了，那这个、这个没有用了。很明显了吧？这个就 BB 了。五级嘛，五级没有画画，没有画，然后没了。目前就这样。他关我们嘞。那我丢地上不用捡哦、喔。你就知道鬼有没有经过了。好，我们下去。温度呢？没有温度计。竟然？为什么？这次没有啊。这次没有。嗯。我觉得我要一直拍嘞。我们下去啦！我们下去了啦！妈的，我拿手电筒敲他啦！我一个擦他鼻孔，一个擦他屁眼，看他敢不敢出来。我看你。操。哦，摄影机会没电哦？会啊，有录的时间限制吧？是吗？不知道哎、欸，刚刚都黑屏了。我看你的画面一直断掉哎、欸，从电脑看画面一直断，还是因为你没有架子啊？手拿的会啊？对，就是你可能切画面还是什么东西的就没了。文字，我吓死。这人故意的，妈的，真的是蚊子，你骗人，真的、啊。因为他说有些只能用摄影机看到。哎，这里有那个呢，开关的电源。靠！我要我被你吓到，我以为你是鬼耶，干。哎，这门怎么开啊？用拉的吧。怕没亏呢。用拉的 dinner。耶、yeah, ，又娃娃带走，讲话。对、欸，声音，这什么？这什么？欸、这什么声音？什么声音？你听到吗？嗡嗡嗡、欸！哎，没有。他刚刚说嗡嗡嗡啊，会不会是我家摩托车？嗡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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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可能是我家摩托车哦。嗡嗡嗡。被关掉了！哎、欸，快、欸、快、哦，救人！救人！救人！哎、欸，看到鬼了！这是鬼吧？这是鬼吧？哎、欸，强度六了！强度六了！强度六了！看到鬼嘞！一只小只的。我们快走！捕获鬼魂照片，推测鬼魂类型。可是我没拍耶。听佛贝，听佛贝。是一个小孩，好可惜啊！挂了就少钱了。没拍到。那你没拍到。你回去，他一定会出现的。为什么鬼会突然出现啊？因为现在六级了、啊。刚刚讲话吗 ？Motherfucker。Hello。我要死命。拍到都有钱了。对，你好可怕。Hello。Blah blah blah blah。所以到底是哪一个按键才是跟鬼讲话 ？V 不是吗 ？V 还是 B？ 嗯。神 V 呀，神 V。V。哦，五级耶！哦，他是他计划，你看，他计划哟，看掉地上那么亮，他妈他计，哎，照地上的盐巴不算钱呢，他妈他计，没有心，没有心哦，可能会人为财，这也不算，把我把手电筒收起来，暗一点，他妈他计，我们还是切成英文好了。为什么要偷关门？我要买那个头戴的手，头是头，他戴头上那个对不对？嗯，我觉得那个好像比较有用。拍哦，对啊，有安全时间。你怎么知道来了？看到鬼了？因为那个摄像头糊掉了。哦。给我画画，不会我教你画。所以目前有什么？就只有 EMF 吧，五级而已。只有 EMF。对啊。就这样子。他也没回你吧？点阵。不然我们在这边他也没有指纹啊。
那照紫光，紫光照玻璃。一个黄黄的，一个黄光帮我照吧。我然后我用紫光照。我谁没手电筒？我给你们手电，我丢个手电筒。对边，这边个手电筒。这边就除了哦，我跟拉拉有手电筒吧。我丢一个手电筒出来。我怎么丢 ？G， 我丢不掉哎、欸。有了，这边蓝蓝黄的，然后我拿蓝。有声音，有声音，我听到呼呼的声音。呜。那个不是正机吗？手机、那個。你们帮我照那个有玻璃的地方，我来照、那個。可是刚刚我不是照，一开始我那个没有玻璃，我是在那个柜子上面。哦，那我就地毯式搜索多少。对啊，你就都摸啊，啊柜子也要打开摸一下、欸。不哭大鸡巴，摸一下干驴。哎，都不敢跟我单挑啦，哼。我在这边等他。冰冰就是超弱的，这个冰冰就是弱。哎、欸，靠呀，干你！讲话了，干嘛？嗨，靠北！我等下把我家人吵醒，我会被骂。妈的，我他害我被骂，我就直接把他头踢飞。你说你家人的头踢飞啊？你的头要被踢飞了。他刚刚，哎、欸，哔哔了，哔哔。我靠呀！在我附近，散了散了散了，天魔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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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啊，被锁了被锁了被锁了被锁 了, 被锁 了, 被锁了，会是谁嘞？有人死了有人死了有人死了，快拍照快拍照快拍照！哎、欸，是我是我，快拍我！没有啊？啊？这边呢？在这里死掉了。哦！快拍照快拍照快拍照，快走快走！好，走走走，不管他了。鬼关灯的话，好像开关。刚我没拍到他，可惜。电子产品快快关掉。是哦，哦，在乱讲话、啊，又不是我讲话的。哎、欸，对啊，下次你那个摄像头架在一个地方好了。哎、欸，我们的那个平均值还不够低，再多十几个就低了。出头太高了，出头冲进去。救我了！没有事啊。你四十几？喂啊，这个绿绿的什么？那是那个点阵仪。点阵营照不到的东西，无极通灵盒没有，指纹没有，没有指纹，真的没有指。鬼纹笔记没有，刺骨寒纹，好了，我才刺骨寒纹。可是我们没有，我们不是有温度计吗？没有啊。好，我选，我选好了。哎、欸，那个黄光手电筒嘞，拉拉嘞。啊？哎，回来啊！你给我黄色手电筒啊！我只是不能照那个，我觉得没有指纹，你把它丢出来，我地上玩双手都能敲它。丢了。妈的，看老他妈手电筒心爆气流斩，平均值还没有，平均值还没有。暗影刺鬼，巨灵暗影刺鬼，欸、刺鬼。哎、欸，我在门口等你们哦，我再进去会死掉。妈的，我老子把你砍了，你妈都不认得。我买东西多吗？我买手电筒而已。他是我需要一个人陪我进来。没有人要陪我进来吗？应该不是暗影吧？暗影说附近有多个人不会进入猎杀模式，还是说已经进入猎杀模式了？我们应该平均低于了吧？看一下好了。对啊，因为暗影低于了，你可以出来了。暗影的弱点是附近有多个人不会进入猎杀模式，那就不是暗影。那应该不是暗影，因为刚刚繁星在我们面前被发现，而且他说害羞意味着鬼更难被发现。可是刚一进去直接五级耶，嗯，巨灵啊，高速移动，对，没有指纹啊，该不会又是死灵吧？因为我们也没有看到主机啊。DNF 闪烁就是进行猎杀了，所以那个这个不知道。所以呢，只能排除啊。我们没有笔记本，对不对？笔记本有，可是他没有在上面画画，所以一定没有笔记本，也没有那个点阵仪。嗯，指令吗？然后有 EMF 的，指纹也看不太到，那就只有指令了呢。
是死灵，不是死灵，因为没有点阵头像，对啊，投影，所以不是死。那就是那个吧，阿卡欧尼吗？通灵盒有吗？没有，没有通，没有在通灵盒。好，而且又踩到眼，所以不会是那个吧？所以没有点阵投影哦，没有，就没有照到啊。那个很难呢、欸，因为我点阵投影感觉很难照到，对不对？所以是也没有指纹哦，没有指纹，所以找有 EMF 5级的，然后没有指纹，没有那个的。对啊，有通灵盒吗 ？No， 就牌嘛，灵球，因为我们也照不到啊。可是他说死灵碰到岩会变得活跃啊，他刚刚踩到岩之后不就开始就是一直搞？嗯，死灵是哪一个、啊？第一个 ，ENF 五级通灵盒点阵投影。完了，那只剩下有可能有笔记或是指纹，然后再等啊，对啊，就差指纹，指纹差一个，差一个。所以现在是有什么？有五级跟什么？五级跟通灵盒吧。他还在唱歌耶，靠腰啊！我现在踩在笔记本上面了、啊，他一直都不写，还是我这个死人看不到。应该不会吧？哎、欸，你理智要降一下呢。哦，有了有了，但我没拍到照片，可惜。碰到岩会变得活跃啊！死灵如果踩不到岩，他怎么碰到岩变得活跃啊？应该不是鬼音、嗯，所以就是。也不是暗影，那只剩一个了，巨灵吧？可是没指纹。巨灵或是魂魄，那就是魂魄了。所以第三个是什么？灵球吗？通灵和鬼魂笔记，他没有笔记，没有笔记呢？没有笔记？对啊，就只剩巨灵了，为什么不是死灵？我想猜死灵。死灵哦，因为点阵投影仪没有照过哎，还是点阵投影仪照不到？观众不是说点阵投影仪很难照到吗？他们说要在，他们说要怎样才照到？要在他出现的瞬间哦。刚刚说死灵几乎不接触地板，不会，所以不会有足迹啊。碰到眼会变得活跃，但是刚刚有踩到啊。对啊，所以说代表他还是碰得到眼。我刚刚就是在想说，所以不是死灵，那是肌肤。啊，可是其他都没有呢。可是那这样他怎么碰到眼呢、啊？所以不是死灵。这两句话有点矛盾，你不觉得吗？他几乎不触碰地面，虽然没有足迹，可是啊，所以碰到眼但不会留下足迹。哦，那这样怎么知道他碰到眼？还是眼还可以放别的，就是经过眼的时候吧，不会有足迹，但是碰到会加速。我的意思就是，如果他这样子的话，我怎么让他碰到眼？还是那眼可能就撒了一地之类的这样？可能不会跟你讲，不可能是死灵。哦，可能出现的不是足迹，好吧？那是谁？巨灵。还有谁可以选？是鬼？魂魄是什么？怎么办呢？魂魄或巨灵吧。魂魄。笔记就真的是还没等他写字吧？不知道、欸。还是再回去看看，拉拉去。欸，我会死。我会扣钱的。那这样就有人拍到他啦。没有没有，我已经没有底片了。只剩你40%可以去了。我会死的，我会死吧。
40%去，他就在门口而已，他就在门口地毯上面而已，拿笔记本。笔记本哦。对。那你们在门口拿光照着我，我需要你们的光，我需要日月光、星光、大力光，都给我来一点。足迹紫光吗？可是刚刚也是照蛮久了，不是吗？我紫光，我整场后面半场都在开着紫光照。你往前大概走个6步就到了，地上一个笔记本。有吗？有吗？地上。走过来了，走过来了。被关门了。你不会死吧？那、啊、可是他现在猎杀模式，你看一下地上的书嘛。你先看一下地上的书。开门，开门。锁住了。锁住了。再见。你完了你，你死之前看一下嘛，你回来啦，回头。我怎么看？我怎么看？哎、欸，他走。你在前面看啊。为什么你四十几发也会死了？我死了。因为现在猎杀模式吧。哎、欸，死了，死了，死了。你看，拿拉宝害死了。哎、欸，跟我什么事啊？在哪里？地上，往前，再往前。交给你了。我吗？我怕。我找不到。那不然我们两个一起进去，谁被抓到算了。啊，地上，地上，别别别，脚边，脚边，脚边。有看到？哦，没有。没有，没有，没东西。好。那好。好，没笔记，没点阵。那会是什么？啊、为什么你四十几发也会死？对啊，为什么？死灵、鬼魂、魂魄，没笔迹，所以不是魂啊，所以不是魂魄，那只剩巨灵，可能我们没有遭到指纹吧？嗯，指纹，巨灵，就是又是三个灵吗？御灵、御灵、鬼婴、御灵、御灵，骨头有什么用啊？加钱啊！哦，拍照加钱，御灵、御灵，所以不是一个特巨灵或御灵吧？猜一个，巨灵、御灵，我要不是巨，我觉得不是巨灵就是刺鬼，为什么御灵？因为刺骨寒纹我们没有那个啊。好，我猜巨灵，我要猜巨灵。我们不是没有测温度的吗？对啊，所以排除法嘛。没有测温度，我们不就不知道冷不冷？那为什么是刺鬼？因为我们刚刚很多人在客厅的时候他就杀人了。可是你看我们有没有测温度的啊？你怎么会选刺鬼？就是排除法啊。对啊，我是比较偏距离啦，因为他说地狱意识很强嘛，所以我们都死在客厅。啊，距离？距离吗？是这样吗？我距离。虽然我是没抓到指纹啊，因为我想说地狱意识很强，我们都死来看看。我刚刚甚至我一进去，他就把我弄死。OK， 选好了。好。妈干你啊！修度也丢，我赌丢力。我开车喽。好。还没。好靠呀！干你他妈不确认！巨灵，巨灵。巨灵，刺鬼。哦不。刺鬼是什么？刺骨头盾具为什么是零元？显示 bug 吧。我7块钱呢、欸。哎、欸，我要买个温度感应了。刺鬼是什么东西？温度在哪里、啊？要进去看。哎、欸，为什么没得买啊？他有时候真的都这样子哎、欸。没有呢。所以刺鬼是什么？照片跟骨头证据要分开。没剪哦，骨头剪起来啊、哦。原来是这样。怎么样？还要再来吗？我还可以再一场。好嘞。好，最后一场吧。我胃好痛，我肚子好饿。三点了，最后一场来。107，哎，你的打火机。那我就把钱全部花光好了。好啊，可以当成。那刚刚刺鬼是哪三个？有笔记哦，好奇怪哦，为什么都不画？
对啊，要八级。哦，他等级要求很高呢。我150可以买什么？头戴式摄像机是干嘛用的？可是他要很高等级。等级要求八，天哪、啊！嗯，我本来想买那个的头戴，什么都不能买。有钱的，可是没等级，还是什么都没有。可恶！我跟你讲，我还是……哎，为什么我买不到温豆剂啊？为什么不能买？是曾经买过的不能再买吗？还是我们已经有了？啊，不对，我买了，我十字温度架跟十字架我都买了，十字架跟温度计，我买了，我都买了。OK。啊，好了，报告。来吧，最后一场。OK。别在黑暗中待太久。加油。我今天晚上一定睡不着了。嗯，那你今天要想办法陪我到天亮啊！今天没天亮不睡觉。哎，这样很强人所难呢。嗯，睡很好哎。啊。有人说一场就升了两三等，哇！啊，我们在干嘛？太夸张了，太夸张了。David Johnson， 耶！只回应单独的人。这个是温度计吗？哪一个？我看不是，那个就是生物吗？哦，对啊，左边这个是温，哎、欸，对对对对对。别十字架，他完蛋了。收息，收息，收息。用 EMF 检测超自然活动跟十字架阻止鬼的猎杀。哎靠，他不让我带太多东西耶，只能三样，导火剂就算一样了，可恶。好，我导火剂当灯光用。哎，这个房子很可怕呢，你们完蛋了。啊，没有圣物，买导火剂要干嘛？我有啊，你看。好，加油！我有十字架，我不会死。哇，是这种地方啊！如果我一直拿着十字架，我就不会死，对不对？没有拿研发嘞，还是我丢一丢啊？我拿个研发撒一下。我拿着十字架，我会死吗？应该不会吧。我撒一下研发。十字架要丢，十字架是要干嘛的 ？F F。欸，可以开灯吗？你要先找到灯，拿着没用。好，好了，我完蛋了。它是不是一个大通？小木屋啊，到处都是通的。嗯。啊，门口在哪里啊？看我在哪里。我找不到路了，太黑了。这个拿着盐的想怎样？嗯，这是盐是谁在哪？我。哦，门口在这边哦。有二楼吗？有啊，我在二楼。完了，我到底是被吓了，还是我3D 晕了？我好想吐。我现在是微 3D 晕了。怎么有人在厕所放人照片啊？可能要那个啊。欸，有声音。哦，没有，我在玩那个收音机。哦。他有内建收音机耶。他只会回应单独的人。欸，怎么脚步声？脚步声好大。他在拍人吧？他在拍人吧？是你撒盐吗，拉拉？你刚刚撒盐吗？看到女人的人影，我不知道是不是错觉。那刚刚怎么会有嘣嘣嘣的声音？脚步声啊！
你们刚好看到吗？哎、欸，十度，温度九度，八度，八度。哪里？在哪里？在哪里？你在哪里？你在哪里？这里九度而已。你是谁？这间吧。你是哪里？这间哦、喔，那没有。哪一间？哪一间？我公正义没有动，我去楼下拿书。没有哎、欸。哦，太黑了，我好想吐。八度了，七度了，在我们这间。十一度，走了。快到灯就走了。好漂亮哦、喔嗯，这个房子。哎、欸，这间呢、欸？好漂亮，这房子。我以后这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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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间。没拍到东西啊。木屋很漂亮啊。你再麦块盖一栋啊，一模一样的。我已经看腻了麦块的。幼稚，但是为什么找不到啊？这可以拍多久、啊？嗯？我觉得他跑到楼下来，刚开灯可能把他吓跑了。要不要去楼下？再回去一下，为什么？会不该不会是刚刚那间是特别低？不然去，可刚刚拉住说开灯，他跑走。七度。因为什么、啊？我也觉得他离开了才对啊！刚刚在很冷的那间放盐跟本本，对啊，我放本本了，我放本本了。刚刚很冷的那间吗？对啊，地上应该有吧，本本。有骨头吗，各位？太早了。好暗哦，可以开灯吗？有灯吗？可是开灯他还跑不是吗？欸、手印有手印，拍一下拍一下，我照到了。太不明显了吧？你推一点，推一点，你推一点，你叫过一点，那个左边一点，那个左边一点，龟龟你后面的，对对对对对，很帅哦。OK， 哪一双？看一下，开始叫了，哪里？逼了，一样啊，房间，在房间里面吗？对，在那房间里面，六度，鬼房八度，我丢那个。我在厕所。如果他都是在这个房间出现，那就是有一个鬼会这样。他们都说这叫鬼房啊。这间正常温度，还是只有这间特别低？对啊，为什么？嗯。他有时候会打开水龙头，会出现脏水，那个也可以拍。对，我刚刚在开水玩了。这厕所啊，我刚有开水。上火可以，深部可以烧多久、啊？喂，我们要不要先回车上看一下我们理智啊？我们等下理智太低被集体灭杀。好哦。好哦。门口的到位，这里。开个灯。灯坏了，下次我要吃晕车药了。真的，理智75，所以这到底是什么啊？在鬼的附近使用圣木，你们有试过吗？拉拉去用啊，还有圣木。我没烧嘞，烧才算吧。EMF 有五吗？到二。到二有，走吧，继续。点正的，所以它怎么使用啊？你知道放地上 ，Q 铺在地上就好了吗？我捡回来的，免费的。哎、哦欸，经常捡垃圾嘞。什么免钱的？烂。哎，点捡破烂都比我们有钱，你知道吗？放地上或墙上输管的新增装置跟证据，可以安装到地上或墙上或天花板。哦，为什么打火机不可以照啊？你玩还愿哦？没电了，要那个？你们要那个吗？我带你们去，你们现在往后退。哦，对，
不是，另外一个方向，另外一个方向，没有没有，进去。好黑、哦。然后不要上楼梯，在一楼，往前走，往前走，蓝色往前走，往前，右转，往前，左转，左，对，这边进去，再往前，左转。往前右转，好，就是这边。天花板怎么放啊？有了。哇、wow, 好漂亮哦！啊，这个是什么？为什么有一个道具在家里面呢？一个红色黑黑的和机器，好黑呀、啊！录影可以录多久？欸、我要关掉再开就好了。九度八度，鬼在你那边吗？八度而已，八度算那个吗？那算的啊，在你附近呢。因为我在刚刚鬼房里面，可是这边还在叫哎、欸，哦，轮流叫叫看。啊 ，Hello。Hello。Hello， 他在挑人回啊。Hello， 没有回，连八都没踩过呢。那不不，我没有带跟鬼讲话的东西。哦，哦，所以是我这边这个那个嘛，那个对讲机。对。圣木会烧多久啊？那你要不要带那个东西来跟鬼讲话？不然他在鬼附近的区域使用圣木，拉拉已经烧了吗？没有。那你可以烧，你去那个我不知道烧多久啊，因为那你就去他那个温度拉拉烧烧看啊。他说只有一下，一下。嗯，你那个色 V 八在你那边吗？在我这。就一下、啊我想去楼上拍，好给你右键都卡就点了吗、嗯、有可能大概三秒而已，太快了吧。哦，好浪费哦，那十下比较划算耶。那我要去带灵盒，通灵盒，所以是加在这边。我在这边等。摩西摩西，你这边等等看。摩西摩西，好。摩西摩西，有东西，我的右键，确定右键就烧了吗 ？Hello，Hello，Hello。我都还。哎，龟龟，你看一下那个家那个车里面的仪表板，那电脑。嗯。你看得到那个吗？我们这边的话，那个吗？V8 的画面，黑黑的，所以你看不到这边。看不到。哦，谁要三脚架？谁要这样子？关灯，关门了，关门了。你有看到那个门在动吗？我没有。它慢慢关了，没有关就。哇 ，V8 灰了 ，V8 黑了。哇 ，V8 没换，我失去一台那个 V8 的信号了，我又有了。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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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在附近了。Hello， how are you？ F， OK。打火机打开，切到圣木 ，F 就会烧了。摄影机又进去了，按 D 把手电筒关掉。要关掉手电筒，摄影机按右键。那请问现在摄影机是没电吗？有可能哦。摄影机有几率是被鬼关掉的，靠腰、哦。哎、欸，我的第二个摄影机有画面了，又没了。有了第二个摄影机有画面了，是开着的吗？
现在被鬼关掉了。OK 啊，友達です。友達。We are friend. Friend. 开始稍微记得按 G 丢到位置哦。啊，什么？你叫他名字啊，太渣。忘记他叫什么来。David Johnson。哎，心跳声，心跳声，有人要死了，有人我死了，我死掉了。摄影机刚谁在拍的？我死掉了。不，摄影机刚谁在拍的？我。啊，有画面，有画面，我看到画面了，而且很清楚。尿尿。你现在也看到了吗？现在没有，现在没有。然后现在黑的，你怎么看到？可恶，来不及。你们不怕吗？菜单挂在哪里啊？他们前面。拍一下尸体，照一下。下一个，下一个。摄影机有画面的时候，好像有拍到一个东西耶，可是我没有办法把这个电脑的画面拍下来。OK。我都黑啊，烦死了。哎，地板上那是什么？地板上为什么个东西绿绿在亮亮？这就是那个啊，点阵仪啊。哦。哦，五级，跑，拉拉跑，拉拉跑。等我，你有办法开摄影机吗？不行耶，黑的黑的黑的。没有，先跑，先出来。啊，关的啊，哭哎、欸。哇，你们两个都是十趴，你们两个都是十趴。啊、哦，开，我能帮你们。快点，我能帮你们开门吗？开了。圣母没了，圣母，所以这不是五级哦，只是单纯想杀人，是不是？所以现在是怎样？五级指纹？欸，不确定是五级耶，可能只是想单纯猎杀而已。哎、欸，对吧？猎杀就是单纯五级上面杀人。嗯，卡车上的倒数计时显示为零的时候，他会开始愤怒，并吸食你的理智值。理智值过低时，请尽速撤离。这是什么啊？我拿的这个。你手上拿什么？不知道。啊，这是那个啊，共振仪啊，哔哔哔那个啦、啊。快敲！现在可以猜到吗？有指纹。嗯。没有盐巴。嗯。只有手印，什么都没有，完了。共振也没有，对不对？没有笔记吗？那个五级也没有，对不对？基本上建议丢在鬼房，听声音再去看。只要五，丢到听声音，只要有五级就是，所以是五级就对了吗？拉拉要不要去试试看？五级加指纹。哼。吗？巨灵，但是没有刺骨寒温。要过去吗？你想要吗？过去是不是就死掉了？对啊，换派理智最高的啊。哎、欸，干我！又是我吗？五级。底下。没有刺骨寒温，没有。刚哎、欸，他刚杀你的时候，我发出声音吗？太渣。有吧？嗯。那很明显了。是。玉林了、啊。铁丝玉林龙。EMF 5指纹跟点阵头像投影仪，对啊，也没有用十字架阻止。他杀你有声音吗？我刚刚他说有，有哦，有吧？那不是鬼音哦，应该是有，应该是铁丝玉玲珑吧？如果 EM 5级的话，五指纹跟什么？不知道。只有五根指纹，点阵玉林。好，我猜了。你是点什么？点阵玉林。嗯，点阵。好，信你这一波。指纹。OK， 玉林。好。信我这波。我拍了很多照片，赞了。我们丢掉他，直接开车撤销了。
种活动强度它疯狂上升呢、欸。为什么没人在里面？它疯狂上升。我在里面啊，我在这边啊。哦，他在里面啊。我在里面玩、欸。哇，在在超高哎、欸！我回来了，我回来了。没有，我在门口。他刚在门口。我在门口看。所以他很想冲出来杀了他，但不行这样。嘿，对，我想说会不会看到那个啊，灵球。哦，在门口。对啊。嗯嗯，你想要，哎呦，又冲高了，他在门口对着你。哎、欸，那拉拉，你拿一个五级过来，五级的过来，在门口玩。有吗？有吗？我进去吗？不要啦，会死。没有。拿十字架嘞？他没有啊。那我去尿个尿。好。嗯？没有想呢。所以一定要三脚架才能把它架起来哦，所以不能放在这个上面吗？F、欸、可以耶。你刚刚是一进去你就瞬间那个、喔？没有，他跑到你附近。附近吗？没有，是菜渣死掉之后，我跟拉拉不是聚在一个地方吗？然后又听到一个声音之后，就开始无敌了。我是看着他在我面前被杀了。没有，我说你后来刚刚你不是说你又跑回去玩了？没有啊，在门口玩啊。我说你一走到门口，他就在你附近，是吗？哦，有 ENF 就不会有灵球。好的，好的，懂了。你刚一到门口，他就在你附近了。我不知道哎、欸，我是没拍到啊，那所以灵球没有用。好的，懂了。可是你不说你一进门口，他不就开始逼？怎么了？关我门？还好我没在里面，吓死我了。哦，很想杀人呢。他超想杀我，还在我面前关门。哎呦哎、欸，你的那个使用圣木也成功了。可是我没阻止他把那个。可是他在用那个啊十字架啊。我觉得是距离呢。喂？吗？因为他说如果目标在远处，距离会以更快的速度移动。那你刚刚不是说要冲出来揍凡间？他也是五级跟指纹。我后来会比较不想猜玉林的原因，是因为他说他很少远离自己的死亡地点。哎、欸，不对，那是他自己，那不是菜渣的。那我觉得还是玉林。那就猜玉林。我已经猜玉林了。开特吧。等等，我要回去。你可以看着我们走啊。我到了。把它丢下。我回来了。花车玉林小琪玉林，因为巨灵是地狱二是很强的鬼，所以应该他不会离开沙塞拉的地方吧？玉林呢？是哦，哇哦，对哦，铁丝玉林龙45，好多钱！来吧，龟龟打一场漏税，好，平复一下，哦，平复一下。好啦，我这边关台啦。我其实第三场的时候就三 D 晕了，这个要吃晕车药才有办法玩。大家感谢各位晚上收看啦，快可以买强光手电筒了。对啊，不知道菜渣还会有玩呢、欸。如果没有的话，应该也是找达达他们玩吧。达达要不要玩？好啦，先这样啦，感谢各位，我不行了，晚安晚安。我刚刚本来是要用变声器来开台的，但是发现说不要好了，读不到，我读不到电脑的声音，只读到 DC 的声音。大家晚安。